二以猛制力，常熟县农民陈寿六突然成了明帝国最耀眼的政治明星。据说，这位老实巴交的江苏农民，平日里常受当地害民慎重的县吏顾英侵害。陈寿六忍无可忍，与自己的弟弟、外甥联手，将顾英绑起来，手持朱元璋亲自编写的大告，来到京城告御状。 朱元璋很欣赏陈寿六的行为，赏给他二十锭银钞，赐给三人各两件衣服，免除了陈寿六三年的杂饭差役，并下旨将此事通报全国，予以表彰。在表彰陈寿六的诏书里，朱元璋说：“如果有人敢罗织罪名报复陈寿六，我会将其族诛；如果陈寿六仗着我的名头横行乡里，我也不会庇护他。” 但是陈寿六的过失，地方官员无权惩处，需将他召到京城，由我亲自审理。末了，朱元璋赞扬道：“其陈寿六其不委于。”十三，自此，陈寿六成了归朱元璋直接领导的天字第一号百姓。陈寿六的故事，只是洪武年间成千上万类似故事中最突出的一例。 洪武十八年（一千三百八十五年），洪武十九年，在通往南京城的各条驿道上，常能见到这样的场景：百姓们带着干粮，三五成群或百十为伍，押着几个被结实捆绑着手脚的富豪或胥吏，匆匆赶路。遇有官吏盘查，就从怀里掏出几本小册子。看到他们的小册子，官吏立刻收起威风，恭请他们过关。 这种现象源于洪武十八年颁布的大诰，其中有这样一条政策：今后布政司、府、州现在职的吏员、赋闲的吏员，以及城市、乡村中那些老奸巨猾的顽民，若胆敢操纵词讼、教唆犯罪、陷害他人、勾结官府、危害州里，允许当地的贤良方正将这些人抓起来，绑送京城。 如有人胆敢中途阻拦，枭首示众；各处关津渡口也不得阻挡。十四，赋予百姓捉拿污吏的权利，在当时可谓石破天惊。关于这一新政，朱元璋还有不少补充条款，譬如他担心地方政府为阻止百姓抓污吏上京，故意扣押他们的路引，大告续编有规定。 百姓不带路引出门，将被治以重罪。遂补充道：“凡确实是进京上访或抓污吏上京的百姓，虽无文引，同行人众，或三五十名，或百十名，至于三五百名，各处官金查问清楚，必须放行，不得阻拦，否则一律杀头。”十五。 需要注意的是，朱元璋只赋予了百姓捉拿污吏的权利，但对待贪官，他的政策仍然相当保守。在比较早的一篇大告“民臣有私嫌否”中，朱元璋说：“如果官吏巧立名目、害民取财，允许当地德高望重之人联名赴京告状。同样，如果官吏们治理有方。” 也允许当地德高望重之人联名赴京奏报朕，且需集体上京，不许三五人、十余人单独上奏。十六，此处官员与胥吏被混为一谈，也还没有赋予百姓将他们捉拿入京的权利。稍后，在那篇著名的大告乡民除患中，朱元璋第一次明确发动群众。 同时，也限定了百姓有权捉拿的对象：布政司府州县在役之吏、在闲之吏、城市乡村老奸巨猾顽民。十七，只有虚吏和顽民，官员并不包括在内。简言之，朱元璋发动群众告发的范围只限于污吏。对于贪官，群众是没有权利捉拿的，只能走传统路径告状。 许多野史笔记及通俗历史读物未能注意到这一点，过分夸大了朱元璋的群众反贪运动。愤怒的百姓冲进官衙，把贪官抓起来，绑送京城，这样的场景并不存在。在发动群众反贪官污吏的问题上，朱元璋是谨慎的，毕竟官僚集团是他的统治基础。在大告三边，民拿害民该立中。 朱元璋说：“朕设立地方各级官员，本是为了治理百姓。然而，朕任命的官员多是些不堪之徒，到任之后就与当地的吏员、皂吏、泼皮无赖一起残害良民，贪官污吏若不惩处，民何以堪？”朱元璋号召当地高年有德其民及年壮豪杰者来帮助自己治贪。 但百姓的捉拿权仍被严格限定在污吏层面。今后所在有司官吏，若将刑名以事为非，以非为事，被冤枉者告及四邻，旁入宫门，将刑房该立拿赴京来；若私下和买诸物不还价钱，将礼房该立拿来；若富役不均，差贫卖富，将户房该立拿来；若举保人才，扰害于民。 将立房该立拿来，若勾补逃军立士，卖放正身，拿借同姓名者，邻里重症明白，住被害之家将兵房该立拿来。若造作磕脸，若起借轮班人将卖放，将工房该立拿来。十八，明代衙门有三班六房，三班即负责缉捕罪犯、看守牢狱、站堂、行刑等工作的快造。 撞三班、六房，则是与国家六部相对应的吏、户、礼、兵、刑、工六房。三班设衙役，六房由胥吏负责。三班六房里的工作人员都不属于官员。朱元璋说得很清楚：受贪官污吏欺压、盘剥的百姓，可以旁入宫门，从小门进去。 把与自己的冤屈相对应的六房胥吏抓起来，拿送京城。至于官员、百姓是无权抓捕的。考虑到不许百姓抓官员，而官员与胥吏一体，难免阻碍百姓抓污吏。朱元璋在大告里又说：“如果官员阻止百姓抓污吏，我将逐诛他们。”百姓无权动手抓贪官，只能进京递材料。同样。 百姓也无权动手保清官，也只能进京递材料。朱元璋在大告中说道：“地方上的官员是否廉洁，是否曾为百姓造福，当地百姓肯定知道。若有清官好官遭恶人重伤、诬告、栽赃陷害，朝廷一时失察，朕允许当地百姓或百人，或五六十人。” 或上千人岁末一起到京城来找朕，向朕当面奏报，朕必做到嘉奖为善者，严惩为恶者。十九，朱元璋是个明白人，如果百姓可以随随便便冲入衙门，把正在办公的官员五花大绑，扭送京城，他的帝国必会土崩瓦解。摧毁官僚体系之后，仅凭个人威信。 他不可能治理得了这个庞大的农业帝国，这样史无前例且后果难以预料的事情，生性审慎、保守、厌恶风险的朱元璋不会去做。所以，洪武年间轰轰烈烈的群众反贪运动有了一条分明的界限：只许抓虚吏，不许抓官员。 与士官僚集团为统治基础不同，胥吏在朱元璋眼里是导致元朝灭亡的重要因素。在《大诰·胡元治治》里，他曾如此痛心疾首地鞭挞元朝的虚吏：蒙古人出主中原，与汉人风俗、语言各异，又不通文墨，所以凡事倚仗胥吏。但三十多年之后，元代上层早已粗通文墨。 各地政务仍然把持在胥吏手里，自古以来贵臣僚而轻胥吏的传统竟然丧失殆尽。二十，相比之下，朱元璋更认同汉、晋、唐、宋所采取的众官员、轻虚吏的统治方式。自周代开始，历经汉、晋、唐、宋，历代做官的贤人君子都秉承着孔孟之道。 亲自处理所有政务，所以他们是立足如同奴仆而已。善者则礼遇，不善者则罢黜。朱元璋希望重建是立足如奴仆的体制，却发现重虚吏而轻官员的风气已经根深蒂固，难以撼动。朕如今任命的官员庸才众多，所以在政务上依然倒袭元代的弊端，终日袖手高坐。 亦应事务任凭徐立处置。像户部侍郎张毅，凭儒学为官，朕让他掌管钱粮收支，居然全操纵在徐立手中。他坐在办公室，犹如死尸。朕询问他钱粮收支状况，竟茫然无知，四顾惶然。二十一，徐不把官员放在眼里的现象，在明朝初年相当普遍。 譬如苏州常熟县胥吏沈尚，衢州开化县胥吏徐文亮，曾把各自的上级，也就是当地的县官，按在正厅里拳打脚踢。注：这些胥吏的所作所为，史料依据是大告《大诰》中的记述。记述是否客观，先有其他材料可供对照。为此，朱元璋气得七窍生烟，恨铁不成钢的大骂那些胥吏，统统该死。 可你们做官的如此任人侮辱，难道都是饭桶？二十二，殴打县官还算情节较轻的。苏州昆山县的造例朱生已经完全脱离本县县官的约束，纠结同伙，连钦差的齐军都敢当众殴打。朱元璋无可奈何地哀叹道：“胡元之治，天下风移俗变九十三年矣，无志之徒。” 窃笑而为之，虽朕竭语言尽心力，终遂不能化也。呜呼，奸哉！二十三，这是朱元璋发起群众反贪、捉拿虚力运动的主要动机。以常理论，虚力的势力尚不足以与朱元璋的皇权相比，下不足以抗衡群众运动的汪洋大海。整顿他们，本该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事实却不然。 朱元璋在《大诰三编》里详述过一个捉拿不法胥吏的案例，其过程之艰难曲折，简直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按朱的讲述，事情是这样的：江苏省溧阳县的造立潘富教唆官长贪赃枉法，自己挟势执权。洪武十八年，山西人李高到溧阳县做知县，一上任便和潘富等胥吏一起同谋害民。 巧立名目，大肆敛财。李高到任不到一个月，潘富就用搜刮来的钱财买了一名苏州女子送予他。可笑的是，这名女子安顿在潘富家中，李高幽会过三五次之后，潘富竟将其纳为小妾，据为己有了。对此，李高也无可奈何。在潘富等虚力的教唆下，李高下令科脸惊诈。 所有溧阳县的百姓都要向官府缴纳一根金杖，百姓把金杖送来，潘富又借口质量不好，拒绝收纳，甚至拳打脚踢，逼迫百姓把金杖折换成银钱交上来。当地百姓黄鲁到京城告御状，此案涉及知县，百姓没有自发捉拿的权利，只能上访。朱元璋下旨严查，派人去捉拿潘富。 潘富上演千里大逃亡，竟处处有人愿意庇护他。先是溧阳本地的儒生蒋世卢等十三家人秘密把潘富递送到邻近的安徽省广德县。不久，潘富流窜到安徽省建平县（今安徽省郎溪县）。缉捕的差役跟踪到建平，当地百姓王海三又悄悄将他递送回了溧阳。 接着，溧阳百姓朱子荣将他暗中递送到江苏省宜兴县，宜兴百姓杭思鼎将他递送到安吉县，安吉县百姓潘海将他私递到浙江省长庆县，长庆县百姓钱洪珍将他递送到浙江省归安县，归安县百姓吴青浦等人将他秘密送至浙江省德清县，追捕的差役赶到德清县。 当地百姓赵喊人已将他秘密送到了浙江省崇德县。崇德县的豪民赵真胜奴家财万贯，平日蓄养许多无业游民，做贩卖私盐的勾当，来往的朋党多达数百人。潘富即藏匿在赵真胜奴家中。缉捕的衙役随后赶来，赵真胜奴将潘富暗中送到浙江省千城乡金桐乡市的一座寺庙里。 庙里的和尚纠集两百余人，反将缉捕潘复的差役团团包围，杀伤多人。此事越闹越大，潘复难以缉捕的问题被上报至朱元璋面前。朱元璋下令将赵贞及其同伙两百余户人家的家产全部抄没，凡参与围攻差役者，一律诛戮。 沿途藏匿攀附助其逃跑的一百零七户人家，全部枭首示众，家产一同抄没。二十四，一个小小的虚吏竟能够上演一场如此大规模的逃亡，先后历经九县，涉及三百多户人家，因其而死者近千人。以虚吏的身份而能够在九县纵横自如，死党无数。 众多人为保护他，不惜与皇权对立，攀附巨大的能量，不能不让朱元璋触目惊心，也让他更深刻的体会到了元代之宽所造就的重虚吏、轻官员的现象对皇权造成的巨大威胁。朱元璋三番五次强调，元代因此而亡，不是危言耸听。如此也就不难理解，在治理虚吏的问题上。 朱元璋为什么会选择前无古人的群众运动？在朱眼中，经过元朝的宽纵，其统治以虚吏为核心，相当一部分的底层百姓已经结成了利益共同体，成了有组织之人，势力大到可与地方官府分庭抗礼。不管这些组织有没有害民之举，这里再强调一下。 以上种种关于胥吏及其友人的不法描述，皆来自大诰。限于资料，今人已很难廓清这些胥吏具体的所作所为，也很难判断大诰技术的害民行为是否属实。朱元璋皆不会允许他们继续存在。三以猛治民，在大诰乡饮酒礼里,里，朱元璋曾下令恢复废弃已久的乡饮酒礼。 乡饮酒礼的活动形式上类似于集体聚餐，目的在于弘扬孝敬父母、兄弟相亲、邻里和睦、朋友有信、长幼有序等儒家传统伦理道德。恢复这一活动的初衷，朱元璋说得很明白：“朕本不才，不过深明古先哲王教令而已。” 古老的乡饮酒礼在两宋即已沦为形式，在元代则几近消失。但朱元璋是真心想要恢复，他下诏说：乡饮坐席必须按照年龄和德性来排列，良剑分开成席，犯过罪和德性有亏的人不许入良善之席。如果混淆贵贱，主会者治以重罪，乱席者全家流放边疆。 最后，朱元璋告诫百姓，他不是说着玩的，从者昌，否者亡。二十五，为了加强对百姓的控制，朱元璋深入干涉百姓的日常生活，力求将之变成一盘散沙。在大告续编护之丁业里，朱元璋第一次命令百姓互相之丁。他要求自这一规定颁布之日起，市井。 村镇中的老百姓对自己的邻居一定要做到互知业务，也就是要知道他们平日里从事何种职业，还要知道邻居家里有几口人，几个人从事农业，几个人读书，几个人从事手工业或商业。对于读书的邻居，一定要知道他的老师是谁，在哪里上学。给别人做老师的，也必须知道他教的学生是谁。 邻里之间彼此知道的这么清楚，目的是什么呢？朱元璋解释说：“按照圣贤的分类，百姓可以从事是农工商四种生计。在圣人的教导下，百姓谨守四业，所以天下太平。不在四业范围之内谋生的人，没有不违法犯罪的。知丁法不是朕自创的，朕本无才，身先王之教，与民约告。” 不过是重申先王的遗教，实施知丁法的目的就是为了抓出那些不务四业的害群之马，那些游手好闲的一夫罗织词讼，勾结虚吏，危害官府，实在是社会的毒瘤。知丁法推广后，百姓把自己了解的邻里情况上报李甲，李甲再把情况报告县衙，如此一级一级备案，一夫就无处遁形了。 最后，朱元璋还严厉警告道：“李甲做事，邻里亲戚不拿其一夫者，或于宫门中，或在市旅里，有犯非为，捕获到官，一民处死。李甲四邻，化外之牵。如果大告颁布下去，一里之间，百户之内，还有一夫，李甲做事不管，邻里亲戚不抓，任凭一夫游荡在宫门。” 市井之中为非作歹，被官府抓住，一夫处死；李甲和四邻全家流放边疆。二十六，对于不同职业的百姓，朱元璋还有更具体的规定：如果你是农民，没有特别申请的路引，每日不得离开自家方圆一里；早上何时出门耕作，晚上何时回来，都需让邻居知晓。如果你是工匠， 出远门做工，需在路引上标明目的地；在本地做工，要让邻居知道你的具体所在。归来或早或迟，也要说与邻居知道。经商者，本钱有多有少，货物有轻有重，出行有远有近，走水路还是走陆路,路，都要详细注明在路引中。归来的大致期限，邻里务必知晓。 若一年没有消息，两年未曾归来，邻里必须去其家中调查原因。如此，对方借经商之名在外胡作非为，邻里才不必承担连带责任。最后，朱元璋对全国百姓表达了他的美好憧憬：若百姓都遵守朕申明的先王之教，我们的国家会非常美好。二十七，对于知丁法。 朱元璋有着十二分的重视，在大诰序编里用了许多条款来不断重申。在便验丁隐里，他补充说，百姓官员在验丁的时候，不但要验看其所从事的职业是否与陆隐相符合，还要注意这个职业是不是他的主要生活来源。如果不是，肯定另有不轨图谋，应抓起来细细盘问。二十八，在验商隐物里。 他又补充，如果商人的路引虽未过期，但身边未带任何货物，李甲村店必须将其当作义夫，有使者捉拿送官，重则杀身，轻则流放边疆。若李甲店主不抓，而被其他人抓住，李甲店主与义夫同罪。二十九，在载明有史里，朱元璋给义夫。 由使者留下了一个月的改过自新时间，期限结束后仍然不在四夜之中讨生活的四邻李甲有义务将其抓起来送官。如果不抓，这些人必然危害乡里。一旦案发，四邻李甲与之同罪。三十，朱元璋还不止一次严厉申明，不许各地衙门招收市井之人充当立足。 理由是市井之人没有田产，不知道耕作的艰辛。朱元璋说：“他们毒如蝮蛇，设若官府差为立足，其害民之心那有厌足？可衙门胆敢用市井之人做虚吏，置以死罪。”三十一，以上对百姓日常生活的种种干涉，无疑是反人性的。 严格执行之丁法，必然会出现一个互相监视、遍地特务、极其缺乏活力的死气沉沉的社会。但朱元璋喜欢死气沉沉，秦制帝国奉行外儒内法，本就一贯崇奉以损害社会的活力为代价来维护稳定。朱元璋不会忘记，有组织的流民如何摧枯拉朽般推翻了元帝国。 朱元璋曾如此描述自己心目中的理想国：“朕出命官牧民，务在先王之教夫，夫使民复古，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鼓腹而歌曰：‘无官逼之忧，无道恶之苦，是以作息自然。’朕常慕此。”三十二，他的理想国是静态的，制定法恶的本质很快就凸显了出来。洪武十九年。 福建沙田县的几个农民以一个叫罗福的人为首，一共十三个人。穷则思变，想合作干点别的营生，聚在一起商量道：“如今朝廷的法律好厉害，我等不务农恐怕会获罪，不如大家一起切掉几根手指，如此变成残废，不务农就没罪了。”众人齐声说好。 结果被人告发到京城，朱元璋下令将这几个人押回原籍。销令于世何家成丁诛之，妇女迁于画外。末了，朱元璋痛心疾首道：“你们不尊教化，自残父母赐给的身体是不孝；诽谤朝廷法度严苛是不忠。将你等不忠不孝之人全家诛杀，朕也实在迫不得已。”三十三。 知丁法的本意是鼓励良民告发邻居中的害群之马，结果成了勒在良民脖子上的绞索。朱元璋在《大告三编》里讲过几个让他深感无奈的案例：浙江安吉县佃户金方租种了本县地主潘俊二的一亩二分地，连续两年没有交田租。潘俊二到金方家里去索讨，金方响应朱元璋的号召。 把潘俊二当作祸害百姓的豪强绑了起来，还勒索他黄牛一头、肥猪一口，在逼着潘俊二写完已经收取田租、不曾遭勒索等三张文书之后，金方大摇大摆将其绑到了京城。三十四，浙江乌城县百姓于仁三是本县富户尤茂玉家的佃户，水灾期间，尤茂玉同情于仁三生活困顿。 借给他许多米粮，事后于仁三非但不想着还粮，反而勾结刁民一百余人，跑到尤茂玉家里打砸抢。在搜出所有的借据之后，于仁三等人将尤茂玉当作害民豪强捆绑起来，押送到了京城。三十五，金方和于仁三的运气不太好，英明的朱元璋识破了他们的诡计，让他们落了个枭首示众。 全家流放的下场，但朱元璋的英明不及之处，还有更多的金方和愚人三在活跃，是可以想见的。知丁法和发动群众抓污吏两项政策结合之后，事情往往会朝更变态的方向发展。在大诰三编里，朱元璋讲了这样一个离奇故事。 江苏嘉定县百姓沈显二和自己的邻居周官二一起，把祸害本地百姓的里长顾匡捆绑起来，准备送往京城。走到苏州阊门，当地德高望重的老人曹贵武出来给他们讲和。沈显二收下十五贯银钞、一匹绸缎和一些银钗银镯，当场把顾匡给放了。顾匡回家之后，思前想后。 胆战心惊，觉得在一个彼此监视、满地密探的社会，事情终究还是会败露。于是决定化被动为主动，去京城自首。他觉得这样也许可以逃过一死。曹贵武得到这个消息，心中思量：我是劝和人，必然也会受连累。决定与顾匡一同去自首。周官二随后得到消息，也表示愿意同行。 四人当中，沈显二最后得知消息，听说三人已经出发，他星夜追赶，终于在淳化镇赶上。沈显二提出一同去自首，故周曹三人却设计将他绑了起来。原来这三人凑在一起，决定把沈显二当作害民豪强押往京城。事情还没完。 四个人进了京城，在押解害民豪强的报告刚刚递送上去的接骨眼，沈显二跑掉了。主管告状事务的通政司让他们把害民豪强押到衙门里去受审。周、曹二人私下记忆，无奈之下，只得又将里长顾匡绑了起来。通政司接到的报告里，顾匡是良民，现在却跪在堂下，成了害民豪强。 所以，官员审问周、曹二人，顾匡是和你们一起抓神显二的人，你们怎么又把他抓起来了？周官二只好如实回答：顾匡本来是我们开始捉拿的人，神显二受贿把他放了，我等害怕事情败露，一同赴京自首，没想到神显二追了上来，我等遂将他当做骗人财物的奸民捆绑了来。 把之前的事情隐瞒掉了，如今神显二跑掉了，我们只好又把顾匡绑了来。三十六，朱元璋说：“这几个人说话一会儿一套，实在奸诈，谁也捉摸不透他们心里的诡计，全部枭首示众，集美齐家。”方孝标《顿斋文选》里记载有一个故事，颇能反映朱元璋的治国之道。浦江正是九世同居。 明太祖常称之，马皇后从旁寄之曰：“以此重叛，何事不成？”上遽然，因召其家长至，将以是诛之。三十七，虽然浦江正氏最后没有被诛，但朱元璋的巨然已经很能说明问题。九、就、世、是、同居意味着浦江正氏家族是组织化的，他们不是以脆弱的个体直面皇权，而是构成了一个团体。 有了组织，他们的意志可以转化为实际的力量。浦江正是险些遭到诛杀的命运，不过是洪武朝的一个小案例。仅一桩郭桓案，朱元璋就实现了“民中豪以上皆破家”的效果。在《大诰三编》中，朱元璋还亲笔写下过这样一段话：“大诰一出，邻里亲戚有所未离，其苏、松、嘉、胡、浙东。” 江东、江西有父母亲送子至官者，有妻舅、母舅、伯叔、兄弟送至京者多矣。其有亲戚影舍、四邻擒获到官者，本人销令田产入关，人口发往化外，如此者多矣。三十八，亲戚邻居互相告发，父母扭送子女上法场之事多矣。 这是朱元璋自己描述的洪武时代。四以猛治孟子，朱元璋的猛还表现在他敢于开创先河，公然删节孟子。删节的原因是朱元璋读孟子，怪其对君不逊，怒曰：“使此老在今日，宁得免耶？”三十九。 民国时期学者荣兆祖依据当时国立北平图书馆所藏洪武二十七年（一千三百九十四年）课本《孟子》结文，与孟子祖本比对，梳理了朱元璋到底删掉了哪些内容。具体如下：四十，一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是孟子在阐述自己的价值序列，百姓与社稷排在君王前面。 二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宝珠玉者殃必极深。这是在责备诸侯贪求财富。三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听；诸大夫皆曰不可，勿听；国人皆曰不可。 然后察之，见不可焉，然后去之。左右皆曰可杀，勿听；诸大夫皆曰可杀，勿听；国人皆曰可杀，然后察之，见可杀焉，然后杀之。故曰：国人杀之也。如此，然后可以为民父母。这是提出君王行使人事权的标准。四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 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俱之，所恶勿施而也。民之归人也，有水之就下，受之走旷也。这是在告诫君王要行仁政，否则会失去天下。五太师曰：天是自我，民事天听自我，民听。 此之谓也。这是在要求君王将自己置于天命和民心的监督之下。六天与贤，则与贤；天与子，则与子。昔者舜见与于天，时有七年，舜崩，三年之丧毕，与毕舜之子于阳城，天下之民从之。若尧崩之后，不从尧之子而从舜也。 这是孟子在表达对家天下的不以为然。七无今而后知杀人亲之重也。杀人之父，人亦杀其父；杀人之兄，人亦杀其兄。然则非自杀之也，亦奸耳。这是孟子在警告执掌生杀大权的是杀者：你杀了别人的父兄，别人也会杀了你的父兄，相当于自己杀了自己的父兄。 八君之事臣如手足，则臣事君如父心；君之事臣如犬马，则臣事君如国人；君之事臣如土芥，则臣事君如寇仇。这是孟子在否定臣必须绝对效忠于君，他认为君臣关系是对等的。九邹与鲁讧，穆公问曰：“吾有思死者三十三人，而民莫之死也。” 诛之，则不可胜诛；不诛，则即是其常上之死而不救。如之何则可也？孟子对曰：“凶年积岁，君之民老弱转乎沟壑，壮者散而知四方者几千人矣。而君之仓廪实，俯库充，有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残下也。”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尔者，反乎尔者也。” 夫民今而后得反之也，君无由焉。君行仁政，思民亲其上，死其长矣。这是孟子在否定百姓有为君王而死的义务，强调君王须行仁政才能得到百姓拥护。使古之人与民偕乐，故能乐也。汤氏曰：“十日害何丧？与己女汝偕亡，民欲与之偕亡。” 虽有台池鸟兽，岂能独乐哉？这是孟子在谴责君王贪婪残暴。十一，贼人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义夫。闻诸义夫昼矣，未闻是君也。这是孟子主张杀不仁不义之君不算是君。十二，报其民甚，则身是国王；不慎，则身危国削。明之曰忧利。 虽孝子慈孙，百事不能改也。诗云：“因见不远，在夏后之事。”此之谓也。这是孟子在谈针对君王的历史评价。暴君死后被评为优和利，他们的后代子孙虽为君王，也不能更改优和利的评价。十三，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意位。孟子说：君王有大过而不改。 可以废掉。十四，无罪而杀士，则大夫可以去；无罪而戮民，则士可以喜。孟子说：君王残暴，滥杀市民，市民可以抛弃君王。十五，无恒产而有恒心者，为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屁挟持，无不为矣。即陷于罪。 然后从而行之是网民也，焉有人人在为网民而可为也？是故明君治民之产，必使养足以事父母，抚足以处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趋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今也治民之产，养不足以事父母，抚不足以处妻子，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 此为救死而恐不善，西霞治礼亦哉？王欲行之，则何反其本矣？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处，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食，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详序之教，深之以孝悌之义，斑白者不负待于道路矣。 老者衣薄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孟子说，君王有义务让百姓有恒产，过上好生活，否则百姓不必对君王有恒心。十六，跑有肥肉，就有肥马；民有饥色，也有恶福。此率兽而食人也，受相食，且人恶之。为民父母。 行政不免于率兽而食人，恶在其为民父母也？仲尼曰：“始作俑者，其无后乎？为其向人而用之也。如之何其使思民饥而死也？”孟子说：“君王岂可自己奢靡无度，而让百姓饥寒交迫？”十七，不信人贤，则国空虚；无礼义，则上下乱；无政事，则财用不足。 孟子说：“君王治国必须讲求仁义，关心政事。”十八，不仁而得国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者未之有也。孟子说：“君王不讲求仁，也许可以夺取国家，但不讲求仁，永远得不到天下。”十九，公者不武人，俭者不夺人。武夺人之君，唯恐不顺焉。恶得为公俭？ 公俭岂可以声音笑貌为哉？孟子说，君王必须要懂得什么才是真正的公俭，不要搞形式主义，不要做两面人。二十伯夷，目不是恶色，耳不听恶声，非其君不是，非其民不使。治则进，乱则退。恒政之所出，恒民之所止，不忍居也。私与乡人处。 如以朝衣朝冠作于涂炭也，当昼之时，居北海之滨，以待天下之清也。故闻伯夷之风者，玩夫廉，懦夫有立志。孟子说，伯夷见天下无道，拒绝为君王所用，是值得学习的好榜样。二十一，有步履之争、粟米之争、利益之争，君子用其一，缓其二。 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离。孟子说，当政者不可以剥削无度，不可以无节制的汲取人力物力。二十二，古之为官也，将以欲报；今之为官也，将以为报。孟子说，古人设立关卡征税，是为了替百姓抵御强暴；今人设立关卡征税，是为了对百姓施暴。 二十三，征地以战，杀人盈也；征城以战，杀人盈城。此所谓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于死。故善战者服上刑，连诸侯者次之，辟草来，人土地者次之。孟子说，为了土地和城池而发动战争，罪大恶极，死刑也不足以抵消这种罪恶。二十四，有人曰。 我善为陈阵，我善为战，大罪也。国君好人，天下无敌焉。孟子说，国君应该仁爱，爱好战争是大罪。二十五，孟子曰：“不仁哉，梁惠王也！仁者以其所爱及其所不爱，不仁者以其所不爱及其所爱。”公孙丑曰：“何谓也？”梁惠王以土地之故，糜烂其民而战之，大败。 将复之，恐不能胜，故屈其所爱子弟以训之，是之谓以其所不爱及其所爱也。孟子说，梁惠王为了土地而驱赶百姓、发动战争，可谓不仁。二十六，今夫天下之人目，未有不是杀人者也。如有不是杀人者，则天下之民皆引领而望之矣。诚如是也，民归之。 有水之救下，沛然谁能预之？孟子说：“天下人都在期盼一个不是好杀人的君王。”二十七，鲁豫使慎子为将军。孟子曰：“不教民而用之，谓之殃民。殃民者，不容于尧舜之事。一战胜旗遂有南阳，然且不可。”孟子说：“不训练百姓，就驱赶他们去打仗。” 这是在残害百姓，在尧舜时代是不能容忍的。二十八，今之事君者曰：“我能为君辟土地，充府库。”今之所谓良臣，古之所谓民贼也。君不相向道，不至于人，而求富之，是富结也。我能为君约与国，战必克。今之所谓良臣，古之所谓民贼也。君不相向道。 不至于人而求谓之强战，是辅节也。由今之道，无变今之俗，虽与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孟子说，那些自称能为君王开辟疆土、充实国库的能臣，在古代就是民贼。君王不讲求人，而寻求府库充盈，等于桀纣。二十九，是以为人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 是播其恶于众也，上无道魁也，下无法守也。朝不信道，公不信度，君子犯义，小人犯刑。国之所存者，性也。孟子说：不讲求人的人做了君王，等于将恶散播到众人之中。国家若不灭亡，算是侥幸。三十，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 苟无恒心，放屁挟持，无不为矣。即献乎罪，然后从而行之，是罔民也。焉有人人在位，罔民而可为也？是故贤君必公俭礼下，取于民有志。杨虎曰：“为富不仁矣，为人不富矣。下”夏后是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其实皆是亿也。乐岁。 利米郎利，多取之而不为虐，则寡取之；凶年，奋其田而不足，则必取盈焉。为民父母，使民系系然，将终岁勤动，不得已养其父母，又称代而易之，使老稚转乎沟壑。恶在其为民父母也？夫是禄，藤固行之矣。夫人政，必自经界始；经界不正，景地不均。 古路不平，是故暴君污吏必慢其经界。经界既正，分田制路可坐而定也。孟子说：“百姓有恒产，才会有恒心；没有恒产，就没有恒心，就可能走上犯罪之路。犯了罪，君王再对他们施以刑罚，等于设下罗网，陷害百姓。百姓一年到头劳碌不休，仍没有办法赡养父母。” 还要靠借贷来交税，这样的君王岂可为民父母？三十一，且王者之不作，未有疏于此时者也；民之憔悴于虐政，未有甚于此时者也。饥者亦为食，渴者亦为饮。当今之时，万乘之国行人政，民之乐之，由解道玄也。故是半古之人，功必倍之，唯此时为然。孟子说。 君王不行仁政，没有一个时代比现在更常见；百姓被苛政虐待，没有一个时代比现在更严重。三十二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诸侯有天下；行义不义，杀一不孤而得天下，皆不为也。孟子说，要真正的君王，只去行一件不义之事，只去杀一个无辜之人，就可以换取天下。 他们也不会去做。三十三，若杀其父兄，系累其子弟，毁其宗庙，迁其重器，如之何其可也？天下固为其之强也。今又背地而不行仁政，是动天下之兵也。孟子说，对外开辟疆土，对内不行仁政，会引来天下之兵，等于是与天下为敌。 三十四，其君子食玄黄于肥，以迎其君子；其小人担四壶浆，以迎其小人。救民于水火之中，取其残而已矣。苟行王政，四海之内皆举手而望之，欲以为君。其楚虽大，何谓焉？孟子说：周王东征，被讨伐国家的官吏带着绸布，百姓带着饭食来迎接周的军队。 要救那些地方的百姓于水火，就得推翻那残暴的君王。三十五，君人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国定矣。孟子说：“君王讲求仁，天下风俗就会有人；君王讲求义，天下风俗就会有义。”三十六，孔子曰：“人不可为众也。夫国君好人，天下无敌。” 今也欲无敌于天下而不以人，是由直热而不以浊也。孟子说：君王想天下无敌，却不愿讲求人。好比热的要死却不肯去冲凉。三十七，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国家。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孟子说：百姓才是天下与国家的基石。三十八，夫人必自侮。 然后人侮之，家必自毁；而后人毁之，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孟子说：“自己先干了要被讨伐的坏事，才会有人来讨伐。”三十九，仁则荣，不仁则辱。今恶辱而居不仁，是由恶师而居下也。如恶之，莫如贵德而尊势。贤者在位，能者在职，国家闲暇。 即是实名其正行，虽大国必畏之矣。诗云：“待天之未阴雨，彻彼桑土，筹谋有户。”今此下民，或敢武余。孟子说：“人应该受赞誉，不仁应该被鄙视。君王讨厌被鄙视，却尽干不仁之事，这就好比厌恶潮湿，却还是选择住在低洼的地方。”四十，其人有一妻一妾而处世者。 其良人出，则必宴酒肉而后返；其妻问所与饮食者，则尽富贵也。由君子观之，则人之所以求富贵利达者，其妻妾不修也；而不相弃者，积息矣。孟子讲了一个寓言故事：有个齐国人经常外出，向记者讨残羹吃，回家再骗自己的妻妾说在外面与达官显贵聚餐。 后被他的妻子跟踪，发现了真相。以上所列四十条被删除的内容，全部引自荣兆祖一九四七年发表的文章《明太祖的孟子结文》。被删除的内容后括号中的简略解读是笔者所加。荣兆祖将被删除的内容归纳为十一项：一、不许说人民有尊贵的地位和权利；二、不许说人民有可以报复暴君的权利。 三不许说人民有革命和反抗暴君的权利。四不许说人民有生存的权利。五不许说统治者的坏话。六不许说反对征兵的话。七不许说反对捐税的话。八不许说反对内战的话。九不许说政治黑暗。十不许说行仁政救人民。十一不许说君主要善良。若风俗败坏，君主要承担责任。 不过，荣兆祖列举出的内容并不是朱元璋下令删除的全部的《孟子》的内容。负责替朱元璋删《孟子》的刘三吾在《孟子节文题词中说：“《孟子》一书中间瓷器之间，一扬太过者八十五条，其余一百七十余条西班之中外校官。”也就是说，他们共计删除了八十五条，留下了一百七十余条。 相当于删掉了全书三分之一的条目，文字量约占全书的一半。被删除的八十五条，科试不以命题，科举不以取士，即考试不许拿来出题，科举不许拿来取士。四十一，值得一提的是，朱元璋以蒙治《孟子》的时候，曾有三位读书人公开站出来反对。第一位叫做钱塘。 洪武二年（一千三百六十九年），朱元璋读到《孟子》中“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一段，勃然大怒，认为这样的话非臣子所宜言，下诏将孟子的牌位撤出孔庙，不再配享，并恐吓群臣，有见者以大不敬论。 即有敢劝阻朕的，以大不敬论处。时任刑部尚书的钱塘冒死直谏，自称：“臣为孟轲死，死有余荣。”四十二，以上是《明史》的记载。关于此事，民间史志留下了更多细节。《三千志》约嘉靖年间成书，里说朱元璋当日盛怒，有见者以不敬论，且命今无赦之，谁敢进谏？ 就让卫士拿剑将其当场射死。钱塘进见，于趁自随，袒胸受箭，让人抬着棺材，袒露胸膛，不惧让箭射死。四十三，罢沛响是朱元璋称帝后第一次针对孟子，可能是考虑到王朝初建，不宜过分激烈，害怕失去天下人心。在钱塘冒死抗议后，罢沛响一事不了了之。 第二位反对者是尤一生，洪武二十七年（一千三百九十四年），朱元璋命令刘三五等人删节《孟子》。当时的明朝经过多次整肃，士林一片沉寂。次年，《孟子》节文完成，下发给全国各州县供学子使用。遂有时任御史的尤一生站出来带头反对，史称“一生，与同见十余人言辞愤切”。 触上怒，戏狱。众人触怒了朱元璋，全部被投入狱中。四十四，稍后，尤吉死于狱中，有材料说他是吞金自杀，时年二十七岁。四十五，第三位反对者叫做孙之，孙之与尤一生是同乡兼同学。 洪武二十八年（一千三百九十五年），进入太学，恰见尤一生反对删节《孟子》之举。尤一生入狱后，孙之提了饭菜前往鸡登闻鼓，愿尽一饭尽有益。因尤在狱中突然死亡，未果。朱元璋死后，永乐九年（一千四百一十一年），朱元璋的儿子朱棣在位，孙之起复为官。 遂上奏请求恢复《孟子》全本，废除《孟子》节文。孙芝这么做风险极大，毕竟《孟子》节文是朱元璋亲定的东西。永乐七年 （1409 年），尚有徐善述等人因为从《孟子》节文中出关于孟子的科举试题而下狱，罪名是偏题。但他的奏请得到了朱棣的认可，这与朱棣的位不正。 强烈希望通过宣传人证来宣示其皇位的合法性，有非常直接的关系。至此，在明帝国大小学校使用了十七年之久的《孟子结文》被扫入了历史的垃圾堆。四十六，钱塘由一生与孙芝的存在，让万马齐喑的朱元璋时代多少还留存着些许亮色。遗憾的是，为了掩饰朱元璋的劣迹。 永乐年间重修的《明太祖实录》删除了与孟子结文有关的记载，由一生和孙芝的事迹也不存于正史，仅见于民间史志。一《程毅伯刘文成公文集》卷一《御书》《皇帝手书》四部从刊本。二班布尔汉元朝控制力不足，民间商业文化发达。 腾讯网短史记栏目，二零一八年十一月五日。三刘基乙卯岁首早朝奉天殿简翰林大本堂诸友见刘基柱林家李点教。刘基集浙江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九年版第四百八十七页。四杨乐刘基世纪考上海古籍出版社二零一七年版第二百一十四页。 五、谢贵安，《是西明实录》对刘基形象的记述与塑造，《明史研究》二零一二年第一期。六、刘基，《宋宋仲恒还金华序》见《刘基集》附录，《刘基年表》，浙江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九年版第六百五十四页。七、朱元璋，《御赐归老青田诏书》见刘基。 程毅博刘文成功文集卷一四部从刊本八刘基刘基集附录刘基年表浙江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九年版第六百五十四杠六百五十五页九刘基原文仲尼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谓之以礼则不可为私也谓之以忠,以忠则不以驱走成顺为公。 而以责难臣善为敬也。见刘基，刘基集，浙江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九年版，第五百九十六页。十，金邦一，刘基二鬼诗中的心态及艺术成就，《明史研究》二零一二年第一期。十一，刘基，玉离子术史，天津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七年版，第一百三十五页。 十二大告三鞭，秀才堕纸见杨一凡《明大告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八年版，第三百八十五杠三百八十六页。十三大告三鞭，如告秦恶受赏见杨一凡《明大告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八年版，第二百七十二杠二百七十三页。十四御制大告，乡民除患。 载原文：今后布政司府州县在役之力，在贤之力，城市乡村老奸巨猾顽民，专一起灭词讼，教唆县人，通同官吏，害及州里之间者，许城市乡村贤良方正豪杰之士，有能为民除患者，会议城市乡村，将老奸巨猾及在役之力，在贤之力，绑缚起精罪除民患，以安良民。 杨一凡《明大诰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八年版，第二百三十九杠二百四十页。十五预制大诰，其民奏有私善恶。见杨一凡《明大诰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八年版，第二百三十杠二百三十一页。十六预制大诰，民臣有私贤否？载原文。 自布政司至于府州县官吏，若非朝廷号令，私下巧立名色，害民取财，许境内其素人等，编处乡村市井联名赴京状奏，被臣有私不才，明指实际，以平议罪，更嫌御民。即所在布政司府州县官吏，有能清廉直干，抚无民有方，使各得遂其生者。 许境内奇素老人，遍处乡村市井，是君子人等，联名赴京状奏，使朕之贤。凡奏事奏非，不许三五人、十余人奏。杨一凡，《明大诰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八年版，第二百二十五杠二百二十六页。十七御制大诰，乡民除患，见杨一凡，《明大诰研究》。 江苏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八年版，第二百三十九杠二百四十页。十八大告三编，民拿害民该立见杨一凡，明大告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八年版，第四百零八杠四百零九页。十九御制大告，其民奏有私善恶载原文，今后所在布政司府州县，若有联能官吏。 切切为民造福者，所在人民必深知其详。若被不才官吏同僚人等捏词排线，一时不能明其公心，远在数千里，情不能上达，许本处城市乡村齐速赴京面奏，以凭保全。自今以后，若欲尽除民间祸患，无若乡间年高有德等，或百人，或五六十人。 或三五百人，或千余人，遂忠义赴京师面奏。本境为民患者几人，造民福者几人，朕必平其奏，善者经之，恶者疑之，甚者罪之。杨一凡《明大诰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八年版，第二百三十杠二百三十一页。二十御制大诰，胡元制制在原文。 胡元入主中国，非我族类，风俗且异，语意不通，辨认九域之中，尽皆掌判，人事不通，文墨不解，凡诸事物以利为员，文书到案以刊印代押，于诸事物忽略而已。此胡元出始为三十年后，风俗虽异，语言文墨且通，为官认识者略不就心，施行事务。 仍有立谋。杨一凡《明大诰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八年版，第二百零五页。二十一，御制大诰。胡元志志在原文。比前历代贤臣，是立足如奴仆，待首领官若参谋，远已哉。震今所人之人，不才者众，往往倒袭胡元之弊。临政之时，袖手高坐。 谋由立出，并不周之。纵是文章之事，不亦胡人。如户部侍郎张翼，进以儒业，授掌前股。凡诸行仪，谋出利矣。于公谢袖手若失，入奏钱粮，盖之矣。朕寻明白，茫然无知，为四故而已。杨一凡《明大诰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八年版，第二百零五页。 二十二，御制大告，立殴官长宰胥吏殴打县官一事。所以，苏州常熟立人沈尚等，衢州开化立人徐文亮等，藐视二县官长邓元、汤寿清等，于听殴打，罪虽立当，官何人也？杨一凡，《明大告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八年版，第二百一十二页。二十三，御制大告。 胡元志志见杨一凡《明大诰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八年版，第二百零五页。二十四大诰三编递送潘复见杨一凡《明大诰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八年版，第三百九十四杠三百九十六页。二十五御制大诰乡银酒里载原文，其坐席间。 高年有德者居于上，高年纯笃者并之，以次序齿而列。岂有曾为条犯法之人列于外座？同类者成席，不许干于善良之席。主者若不分别，致使贵贱混淆，察之或作中人发觉，主者罪以为治。兼完不由其主，紊乱主席，全家移出画外。杨一凡，明大告研究。 江苏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八年版，第二百三十九页。二十六大告续编，户之丁业见杨一凡，明大告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八年版，第二百六十四杠二百六十六页。二十七大告续编，户之丁业见杨一凡，明大告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八年版。 第二百六十四杠二百六十六页，二十八大告续编便验丁隐见杨一凡明大告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八年版第二百六十六页。二十九大告续编验商引误见杨一凡明大告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八年版第二百六十六页。三十大告续编。 在明游时见杨一凡，《明大诰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八年版，第二百六十六杠二百六十七页。三十一大诰续编，市民不许为立足。见杨一凡，《明大诰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八年版，第三百二十七杠三百二十八页。三十二大诰续编，磕脸驴匹，见杨一凡。 《明大诰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八年版，第三百一十三杠三百一十四页。三十三大告续编断指诽谤，见杨一凡，《明大诰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八年版，第三百二十九杠三百三十页。三十四大告三编臣民以法为奸，见杨一凡，《明大诰研究》。 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三百五十二页。三十五大告三边，臣民以法为奸，见杨一凡《明大告研究》江 36, 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三百五十二杠三百五十三页。三十六大告三边，臣民以法为奸，见杨一凡《明大告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第三百五十一页，三十七，方孝标《顿斋文选·剑武新力》，明清西剑史集续,续录，金陵书画社，江苏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第二百六十一页。三十八，大告三编，陶球，见杨一凡，《明大告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八年版，第三百九十三页。三十九，全祖望。 结其亭集》卷三五，便前尚书征孟子事。四十，荣肇祖，明太祖的《孟子节文》见，见《荣肇祖集》，齐鲁书社，一九八九年版，第一百七十杠一百八十三页。四十一，刘三吾，《孟子节文》题词，见《丁义》，明代特务政治，江西教育出版社，二零一二年版，第四百四十一页。 四十二，42, 张廷玉，《明史·钱塘传》，中华书局，一九七四年版，第页 43, 县梦三千九百八十二页。四十三，《嘉靖邹县孟氏三千志》卷三上，见张嘉佳,佳，《孟子节文事件本末考辨》，中国文化研究，二零零六年第三期。四十四，《康熙福建通志》卷四四，游艺生传，见张嘉佳,佳。 《孟子结文》事件本末考辨，中国文化研究，二零零六年第三期，四十五。《乾隆连江县志》卷七游艺生传，见张嘉佳,佳。《孟子结文》事件本末考辨，中国文化研究，二零零六年第三期，四十六。董英举《连江孙公之传》，见张嘉佳,佳。 《孟子节文事件本末考辨》，中国文化研究，二零零六年第三期，第十三章《东林挽歌》。明朝晚期的东林党是中国秦制时代的一个艺术。与民间敬重顾宪成、高攀龙等东林党魁不同，自天启年间（一六二一至一六二七年）开始。 朝廷即致力于将东林党人形容为一群无事生非、沽名钓誉之人。至乾隆时代，更是借修《四库全书》的机会，由皇帝钦定，将东林党人定性为明朝灭亡的核心原因之一。明朝亡于东林党的论调之后，在中国知识界不断发酵，形成了如下针对东林党人的集中批评：一、东林党专注党争。 只批评不建设，且批评多集中在道德层面。相比之下，魏忠贤的阉党更为实干，延缓了明帝国的崩溃。二东林党人借讽议朝政、评论官吏之名，行包庇地主、为富商巨贾争利之实，对灾民的悲惨遭遇,遇视而不见，一味阻挠朝廷征收商税、矿税，实为大地主。 大商人利益集团的代言人，三东林党不考虑国家前途，以道德为出发点，为了反对而反对，绝不妥协。国本之争、考察任用官员之争、抑制矿监税监，一言不合就抵制加捣乱，阻碍政务的正常开展。这些批评与史实是不符的。一东林党批判皇权暴政。 其实，东林党并不是一个有着严密组织的政治团体，至多只能算是一个志同道合者的松散联盟。成员之中有着思想上的共鸣，但并无组织上的实体关系。比如黄宗羲就说过：“东林党这个名称乃小人者加之名目而已矣，一是政敌扣的一顶帽子。什么人算东林党？什么人不算东林党？” 也没有确凿的判断标准。某些人成为东林党，因为政敌如魏忠贤的定性；也有些人成为东林党，是来自个人的自我标榜。如崇祯处置魏忠贤后，许多官员喜欢攀附东林。因此，要考察东林党人的真实作为，需将焦点放在顾献成、李三才、邹元彪等东林核心人物身上。 不过，基于叙述方便的需要，本文仍使用“东林党”与“东林党人”两词。二，首先说反对考成法。考成法是张居正设计出来的一套考察官员的方法。按章的设计，巡抚、巡按的工作业绩由六部进行考察；六部、督察院的工作业绩由六科进行考察。 六科的工作业绩由内阁进行考察，月有月考，年有年考。听起来这是一套很好的绩效考核制度，但它的实质却是一种变相的严路打压。原本明朝六科的言官拥有负责监督朝政的超然地位，他们的品级虽然不高，却可以封驳诏书，对皇帝的不合理决定行使否决权，纸面权力。 事实上很难办到。御史则是皇帝的耳目，代替皇帝对朝廷的行政、司法、人事做全面监察。张居正的考成法相当于借绩效考核之名，取消了六科的言官和御史的独立性，将他们的政治命运牢牢控制在内阁手里，也就是控制在内阁首辅张居正手里。 造成的直接后果是，体制内的批评之声被全面压制。张居正实现了以自己为核心的一言堂。三，张居正搞考成法，压制体制内的言论自由之时，东林党这个词尚未出现。东林领袖人物如顾献成、赵南星、邹元彪、高攀龙、李三才等也尚未成为朝堂上有影响力的人物。 要到万历三十年（一千六百零二年）左右，他们以东林书院为据点，聚集同道，批评朝政，才算形成了一股比较重要的舆论力量。但这些人在张居正当政的时候，已经不惧后果，对考成法提出了严厉且精准的批评，比如巡按御史刘台因不堪言论压制。 在万历四年（一千五百七十六年），上书点名批评张居正。刘台说：“按照旧制，内阁是皇帝的顾问，言官拥有批评朝政的自由。考成法推行后，言官的自由遭内阁控制。凡在外巡按，御史垂首丧气。张居正用升迁之速、快速升官来诱惑六科的言官。” 用考成支持考核不达标来恐吓六科的言官，如此体制之下，谁肯冒风刃舍绝路而尽死言事哉？谁还敢直言不讳监督批评朝政？刘台的结局是削籍、流放和暴毙。四，考成法除了是一种变相的沿路打压，还是一项针对底层百姓的暴政。 考成法对地方官员的考核重点是赋役完欠，也就是百姓税赋、劳役的完成情况。追查拖欠的赋役有一个专用名词——追比。追比的常规手段是索拿、仗打或囚禁，就是抓人、打人、关人，直至百姓缴足所欠税款为止。 张居正搞了考成法之后，地方官员的政治前途与追比的成效高度挂钩，地方官只好加大力度，使出各种残酷的手段逼迫底层百姓。于是就出现了一个新的词汇“酷比”，一级残酷的追比。比如在举州，未完成考核，连续几任知州都在疯狂地使用风脚雪、打锣拐、脑箍等酷刑对待百姓。 风脚雪就是在空旷的用竹板交杂而吃，大概是竹板生风，屁股见血，雪的意思。打锣拐是在公堂上扣民族怀。大概是扭人的脚踝，使其丧失行走的能力。最狠的是脑箍，拿绳索系在人的脑袋上，系处有一根木条，转动木条，绳圈就变小，一脚则惊出寸余。人力臂以水自知。 良久始苏。刘子坟在举州做了两年知州，用酷刑致死百姓八百余人，当地百姓被吓破了胆，纷纷抛弃田宅，逃亡他乡。五，万历五年（一千五百七十七年），张居正之父去世，按规定，张必须卸任内阁首辅，回家扶丧。 已被整得服服帖帖的言官们迎合张居正的意志，群起鼓噪，对张实施夺情，不同意张谢职，也不同意他不服丧。只有翰林院的吴中行、赵用贤和刑部的爱慕，沈思孝、邹元彪敢于站出来表达反对意见，强调首辅必须遵守制度。他们的反对并非针对张居正，对他做道德层面的苛求。 邹元标等人期望的是借此机会迫使张居正离开内阁，进而终止考成法。邹在奏折里以刑部事务举例：，先时决囚出无定额，居正认识现各省决囚有定数，以致首属私窜者，欲迎其数以免罚，有滥及无辜者矣。六，邹元标说，以前判决罪犯死刑。 没有数量上的要求，张居正搞考成法，给各省下达具体的死刑判决指标，完不成就要受罚。各省为了凑足死刑犯的数量，只好滥杀无辜。类似的祸民之举，在张居正变法期间遍及底层社会的各个角落。其中最严重的莫过于地方官员丈量田亩，为完成考成法规定的任务，普遍采用短工。 以求增加丈量所得的田亩数。张居正的考成是全方位的，完成了丈量田亩的数字化考核，紧接着又是征收田赋的数字化考核。文件里的田亩可以虚增，实际的产出却无法大涨，而地方官又必须依照上报的田亩数来完成田赋征收的新考核，结果便是加大横征暴敛的力度。 继续对百姓使出风脚、雪打、锣拐、闹孤等酷刑，一边是国库殷实，一边是民不聊生。张居正是皇权的代理人，与他作对，结局可想而知。等待吴中行和赵用贤的是廷杖六十，赶出京城；等待爱慕和沈思孝的是廷杖八十，求狱三日，流放边疆。 等待邹元标的是廷杖八十、流放贵州，并落下了终身残疾。张居正死后，考成法被废除，但明朝朝廷内部的批评通道并未重新开放。明神宗，也就是万历皇帝，下达诏书，勒令百官在提意见时必须遵守两条规矩：一，只及所司职掌，只许就自己负责的工作发表意见。 二听其长则而进之，不得专达。所有意见必须经过上级部门的筛选，不许直接拿到朝堂上讨论。这其实是换了一种方式，继续封堵朝廷内部的批评通道。小部分有理想的读书人，如故县成宇兆南星，再次冒着被停杖、流放的高风险，抗议明神宗定的两条规矩。 他们的抗议被皇帝痛斥为沽名卖职，没有产生任何效果。七，其次来说，反对矿税，以矿税一事责备东林党祸国的声音颇盛，大意是东林党人不顾国家战事，万历三大征及宁夏用兵、朝鲜用兵、播州用兵的开支需求，代表东南地主与富商的利益，站在他们的立场上。 反对朝廷征收商税，反对朝廷的矿监政策，不惜将沉重的负担全压在贫苦农民身上。从这个角度来看，东林党人是一群将个人利益与阶层利益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的伪君子。八，这是一种因对史实缺乏基本了解而产生的想当然的看法。朝廷派遣税监征收商税，派遣矿监开矿。 始于万历二十四年（一千五百九十六年），那一年，明神宗派遣大批太监分赴各省，督办开采金银矿，设置征税的新关卡。皇帝的做法实际上是皇权在官僚系统之外另造了一个新的敛财系统。明神宗对外宣称。 他开矿征收商税，是为了应付三大征的军费开支和皇宫中三大殿失火的重修费用。但他的话并不可信。明神宗另造敛财系统的真实动力，其实是为了满足自己对财富的无节制欲望。明神宗是以天下奉一人理念的极致践行者。饮食方面，嘉靖时代。 光禄寺主管皇帝饮食的开支一度减至每年白银十七万两。张居正执政时，一手着力搜刮民财，一手抑制皇权铺张浪费，一度将光禄寺的开支压缩至每年十三四万。明神宗亲政后，他的私欲如脱缰的野马，难以遏制，光禄寺的开支迅速翻倍，增至每年二十六七万。 就金银珠宝方面，嘉靖时代，云南每年需要向皇帝缴纳贡金两千两。万历二十年（一千五百九十二年），标准一口气提升至五千两。云南产金有限，地方官府没有办法，只好向四川、陕西等地采购。每两黄金的采购成本高达十两白银，不包括黄金本身的价格。 万历十四年，明神宗曾一次性花费超过十九万两白银用来购买金珠宝时。万历二十六年，明神宗买珠宝花费了四十万两白银。万历二十七年，因为皇室的珠宝采购量太大，京城的珠宝供应链出现断裂，户部无法购足规定的量，只好去黑市按增五六倍乃至二十倍的价格采购。 排场方面，明神宗同母弟陆王大婚，耗金三千八百六十九两，青红宝石八千七百块，珍珠八万五千余颗，珊瑚珠两万四千八百余颗，户部不堪重负，请求稍减，遭明神宗痛斥，驳回，最终共耗银八万八千余两。明神宗同母妹瑞安公主出降出嫁。 向朝廷索要各色金二千三百余两，后因户部实在拿不出来，减去三分之一以及无数珠宝。明神宗的长女荣昌公主出降，朝廷耗银十二万两；七女寿宁公主出降，明神宗向朝廷索银数十万两，户部拿不出钱，一再力争，最后按荣昌公主的旧例，也耗银十二万两。 明神宗之子瑞王婚礼耗银十八万两，福王婚礼耗银超过三十万两。惠王、贵王婚礼正值辽东战事紧张，国库空虚，朝臣请求将耗费降至七万金。明神宗拍板，要求朝廷必须拿出十四万金。布匹、瓷器方面，万历九年（一千五百八十一年）。 明神宗向苏杭地区索要十五万匹丝绸，万历二十七年索要四点一九万匹，万历三十二年索要二点六万匹，万历三十八年索要四万匹。万历二十三年，明神宗向陕西索要七点四七万匹羊绒，折合银价一百六十余万两，每年按四千匹的数量进城。万历十年。 明神宗向江西索要九点六六万余件瓷器，万历十九年又索要十五点九万余件，稍后又增加八万余件。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以上种种需索，其运输之费往往远大于制造之费。比如，自山西潞安将价值幺幺零两银子的沙器运到京城，需耗资两千八百三十三两白银。 是杀气本身成本的二十五倍有余。建筑方面，明神宗同样丧心病狂，毫无节制。下面这张表格引自南炳文、汤纲所著《明史》，只是一份不完全统计。时年份、土木工程费用及其他。万历十一年，天寿山皇陵费时八年，耗银八百余万两。万历十二年。 修慈宁宫，耗银十五万两；万历十三年修路王府地乾光殿、金海亭等，耗银三十万两；万历二十二年整修养心殿、神怡殿、永宁宫、隆德门，耗银不详；万历二十四年整修昭陵殿无楼亭除库房廊，修西华门楼，耗银不详；万历二十六年。 修龙宗门耗银不详。万历二十七年整修慈庆宫、修端敬殿耗银不详。万历二十八年大高玄殿建新工程，修理龙舟、桥梁、亭轩、景陵及玉陵殿宇，修南城清河阁耗银不详。万历二十九年修大内乾德殿耗银不详。该工程体量巨大。 设计台高八丈一尺，台上建殿。新宫一年，每日用工匠两千余人，军队两千余人，仅建成一丈三尺。万历三十年修乾清宫、坤宁宫，修奉仙殿、西川堂，号银不详。工科言官奏请停建各种不吉工程，明神宗不予理睬。万历三十一年整修天寿山长陵。 修慈宁花园、皇极殿、中极殿、建极殿开始清理基座，号银不响户科、工科言官奏请停止崇德、两配、四斋等宫殿建设，明神宗不予理睬。万历三十二年，南孩子御苑工程，工部因经费紧张请求暂缓，明神宗下旨继续。续表，年份、土木工程。 费用及其他。万历三十三年，大修都城重城，修河南开福王府，修孝陵，修感恩殿，修城湖广显灵恩殿，修长陵明楼，修显灵配殿，仅感恩殿及附属桥梁一项，即用银十余万两。万历三十四年，修南海普陀寺，号银不祥。万历三十六年，修会集，归集二门。 耗银不详。万历三十八年修桂西龙虎山宫殿，耗银三万两。万历三十九年修茂秦宫、端宁宫、寿安殿，耗银数万两。万历四十年筹划营造朱长洛生母坟园，耗银十五万两。万历四十一年修蜀王府门殿，耗银不详。万历四十二年。 修理昭陵殿无楼亭除库房廊，合用物料约数十万计。万历四十三年修福王府从官房屋，修胡梁巨马二桥，修三殿及正阳门建楼。福王府从官房屋耗银四万两。万历四十四年修咸安宫，耗银不详。万历四十六年修德昌王府，修惠王府，修贵王府。 修船坞、修前光电等，耗银不详。需要注意的是，这张表中的工程有许多绵延数年乃至十数年，统计时一般只以其启动的时间，个别以竣工时间统计一次。简言之，明神宗亲政之后，几乎每一年都在大兴土木。另外，因史料所限，表中大多数工程的具体耗银缺少数据。 但参照其他类似工程，不难推测其大体情况。比如万历十二年（一千五百八十四年）修慈宁宫耗银十五万两，则其后建造相似的宫殿的成本可参考这个数据。万历十三年修路王府耗银三十万两，则其后修复王府、惠王府、贵王府等。 多半要远高于这个标准。明神宗更宠爱福王。另外，采集木料、石料的费用并未体现在表格之中，这方面的费用多摊派给了地方。而户部、工部的官员写奏折向明神宗诉苦，往往只关注本部门的耗费。明神宗对木料、石料的规格要求极高，木料非深山之中的南山大木不可。 地方官府苦不堪言，比如万历三十一年（一千六百零三年），筹划重修三大殿。明神宗摊派给贵州的任务之一是采办南山大墓一万两千二百九十八根和银一百零七万余两；摊派给湖广的任务是采办和银约四百二十万两的南山大墓。 摊派给湖广、贵州、四川的任务是采办和银约九百三十余万两的南山大木，还有上述针对地方的摊派，其统计数据是按照官价来做的。地方官府摊派到民间，实际耗费往往是官价的数倍乃至十倍以上。万历二十五年，刑部侍郎吕坤上奏称，采伐巨木一根，官价虽云千两。 但运到京城，百姓的实际消耗不止万金。十一，明朝本有制度，宫廷每年有一百万两金花银。明朝收税遮收的银两，一为足色而有金花的上好银两的进项。明神宗亲政后，又强迫户部增二十万两。但是明神宗挥霍无度。 一百二十万两金花银，往往仅够其开支两三个月，剩下的黑洞就只能靠挪用国库来填补。但国库也经不起明神宗折腾。张居正致力搜刮近十年，他死的时候，国库存银有近千万两。只过了五六年，近千万两白银就已消耗一空。于是，万历二十四年。 丧心病狂的明神宗决定以三大征为借口，派出宦官为矿监税使，绕过官僚系统，直接向民间进行搜刮。他只用了三年时间，就利用太监建立起一张覆盖全国的敛财网络。他的敛财网络给明帝国的底层百姓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时人称之为“矿税之祸”。 明神宗之所以派出宦官前往地方搜刮，而不再依赖明帝国的统治基础官僚集团，与他不满官僚集团内部长期存在着针对皇权的批评有直接关系。作为对抗，他宁愿让大量的中央、地方官员长期空缺，宁愿官员的空缺严重影响中央和地方官府的日常运转，也不愿调整人事进行填补。 在他眼里，宦官是比官僚集团更忠实、更易于操控的皇权代理人。矿监的职责是代表皇权监督百姓开采金银矿，其具体的敛财办法有二：冒号一，皇帝一分钱不出，百姓负责所有成本及开采工作，地方官府负责调兵防护及武力控制，开矿所得由皇帝和百姓五五分成。 二宦官只对明神宗负责，考核标准是每年能为皇帝拿到多少金银。为求旱涝保收，完成皇帝交下的任务，宦官往往直接将敛财的额度摊派给地方，既不管地方是否有金银矿存在，也不负责勘探矿产，更不理会开采是否顺利。十二。 税监的职责是代表皇权直接向民间征收法外之税，其具体的敛财办法有四：冒号一，在原官僚系统控制的税卡之外，另增由宦官控制的税卡。南直隶巡抚刘约吾曾上奏痛陈，宦官来了之后，在自己的辖区内，商人携带货物一天之内要经过五六处税卡。 北直隶的通州税卡更增至数十处。二巧立名目，增加税种，养鸡有鸡税，养猪有猪税，过路有过路税，落地有落地税，不产鱼的地方也要交鱼税。三直接将敛财额度摊派给地方上的大商户，不管商业是否繁荣，也不管具体的营业额是多少。 大商户必须按期如数向宦官缴足额度，否则后果可想而知。宦官及其爪牙敲诈勒索，导致商户家破人亡是极为普遍的事情。四当因为开采不出金银，或开采成本高于收益而无法开矿之时，干脆将摊派给地方的开矿的额度直接转为正额课税，也就是转为正规赋税。 由税监接手负责监督地方官员征收，并送到明神宗手里。十三，南炳文等依据《明神宗实录》中的数据做过不完全统计，认为自万历二十五年至三十四年，派到地方做矿监税监的宦官，每年向明神宗进奉白银约一百七十一万两，黄金约三千六百两。 也就是说，在这短短的九年时间里，明神宗就掠取了超过一千五百万两白银和超过三点二万两黄金，而矿税之祸的肆虐时间长达二十四年。十四，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明神宗的掠取所得并不等于汲取底层百姓的全部额度。时任吏部尚书李代的评估是十不解一，一份献给了明神宗。 两份被宦官中饱私囊，三份遭参随瓜分，四份落在数量众多的负责直接搜刮的恶棍手里。参随和恶棍瓜分了多少民财，缺乏数据，但宦官中饱私囊是有具体案例可以参考的。山东巡抚黄克转给宦官马堂算过一笔账：从万历二十七年三月到三十三年十一月，将近七年的时间里。 马唐共计在山东临清及周边地区征税一百八十万两左右，但献给内库、皇宫的府库的只有五十万两多一点。也就是说，有一百三十万两白银被马唐和他的参随们瓜分了。黄克转还说，另一位在山东做税监的宦官陈曾，在山东八年积攒了近百万资产。 而他在这八年中献给内库的税银只有八十多万两。陈增麾下有一个参随程手训，其家产被查抄，搜出了违禁珍宝及求银四十余万两。因此，学者方兴认为，在一五九六至一六二零年，即万历二十四年至四十八年间。 通过贸易从美洲及日本等地输入中国的白银，大抵被矿监税使搜罗殆尽。十五，矿监税监横行天下，皇帝肥了，宦官及其爪牙也肥了，唯独民不聊生。按大学士审理的说法，是无一片安乐之地，贫富近亲，农商交困。按直隶巡抚刘约吾的说法，是民间之皮毛穿。 高之结矣。按辽东巡按萧纯的说法，是辽东十室九空；按陕西巡按龙玉琦的说法，是坐阔陕西民之一百四十余万，民间皮肉俱尽；按户部尚书赵世清的说法，是商业萧条，家家户户关门大吉。他举例说，税监到任不足两年。 河西务的一百六十余家布店只剩下三十余家，临清关火商三十八人只剩下二人，断店三十二家，关门二十一家，布店七十三家，关门四十五家，杂货店六十五家，关门四十一家。十六，民不聊生，自然就会有民变。万历二十七年，一千五百五十九年。 临清百姓纵火焚烧了税间马堂的衙门。同年，湖广百姓扔砖放火，欲与坐地敛财的宦官陈凤同死。万历二十九年，百姓又包围了陈凤的衙门，将其爪牙十余人投入江中。同年，两千余名苏州织工暴动，攻击了坐地敛财的太监孙龙，击毙孙龙的爪牙黄建杰。 焚烧了多名孙龙爪牙的家，孙龙本人连夜逃往杭州。万历三十年，江西百姓反抗宦官潘相，将他的爪牙陆泰打了个半死。万历三十四年，云南军官贺世勋等人不堪宦官杨荣的暴虐，聚众数千人，杀死杨荣，将其住宅付之一炬。万历三十六年。 辽东屯垦的军队不堪宦官高怀剥削，歃血为盟，杀死高怀，为民除害。万历四十二年，福建百姓万余人攻击了宦官高彩的住宅。据不完全统计，神宗朝万历后期的二十多年中，各地直接因矿税奸激起的民变达四十九起之多。十七。 频繁的暴动丝毫未曾动摇明神宗的矿税政策。所有领导暴动的人物均遭捕杀，因为矿监税监的存在只对皇帝和宦官集团有利。古内而六部尚书、侍郎、科道言官，外而各省督府布按，上自内阁大学士，甚至个别掌权的太监，下至州县官员，无不反对矿税。十八。 东林党人针对矿税之祸的冒死批判，即发生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下。比如魏允贞直接说明神宗爱贤士，曾不如爱珠玉锦起。田大义指责明神宗误入歧途，嘴上说着爱国爱民的漂亮话，实际上内库日进不已，未尝少佐军国之需，钱全进了内库。 田大义甚至还说出了“陛下尔来乱政，不减六代之计，一旦变生，其何以脱身于天下哉？”这样振聋发聩的话语。陛下如此疯狂地把天下之才往自己家搬，如此荒淫无道，一旦某天出了变故，你要如何让天下人再支持你？十九，在所有的批评当中，又以李三才最为大胆。 李在奏折中非常干脆的给君王重新做了一番定性：君主省刑薄敛，视之如商，爱之如子；人主能长为百姓之主，然后奔走御武，尊为元后，代为父母；百姓亦长为人主之主。意思是，皇帝需实行仁政，为百姓服务，才有资格做百姓之主；百姓是人主之主。 是高于皇帝的存在，将这样的见解写入奏折送到皇帝跟前，自然是需要胆识与觉悟的。而且与一般人针对矿税之祸的批评，只将矛头指向宦官不同，李三才的言辞非常尖锐，直斥皇帝：皇上爱珠玉，仁义爱温饱；皇上忧万事，仁义恋妻奴。 奈何皇上欲黄金高于北斗之处，而不使百姓有康比升斗之处；皇上欲子孙千万年之计，而不使百姓有一朝一夕之计。事关往极，朝廷有如此政令，天下有如此景象，而不乱者哉？二十大意是：皇上喜欢珠宝，百姓想要温饱；皇上追求千秋万代。 百姓想要养活妻子儿女，皇上把黄金堆得天高，却不让百姓家中存有升斗的粮食；皇上想要子子孙孙都做皇帝，却不让百姓有足以活过明天的储粮。翻看历史，朝廷如此做事，天下如此景象，有不出乱子的吗？李三才的政见与勇气。 是东林党人有意在万历后期支持李三才进入内阁的主因。尽管李在私德上被他的政敌指责有许多缺陷，但东林党人的支持并不会有什么结果，因为东林党自始至终只是一个松散的同道组织，除沿路之外，他们没有更切实的政治实力。 掌握着杀伐大权的明神宗，则将所有的批评一律扣上“谤君卖职的大帽子，随心情而定对批评者的惩罚：或无视，或停杖，或流放，或残杀。二东林兴衰与明朝之亡，因庙堂上的批评建言毫无成效。万历三十年（一千六百零二年）前后。 顾县成等人开始以东林书院为据点，集结在野读书人批评朝政，渐渐形成了一股颇有影响力的舆论力量。东林书院的影响力实为时代变迁的产物。时代变迁至少包括两个方面：一先有祸国殃民的暴政，后有读书人出来为民请命。张居正当政时的暴政以考成法为核心。 读书人的批判也集中在考成法。万历亲政后的暴政以矿税为核心，读书人的批判也集中在矿税。二点两套敛财系统，也就是宦官体系与官僚体系，他们之间发生了利益冲突，给了知识分子提高影响力的机会。有理想且敢于为民请命的读书人在任何时代都是少数。 这少数人在张居正的时代，也就是神宗朝早期势单力孤，很难形成影响力。到了万历亲政之后，官僚集团的利益受到了宦官集团的侵害，使得他们转而愿意支持、利用那些有理想的读书人，让他们冲到前线去对抗宦官集团。这是东林书院在万历时代形成影响力的重要背景。 东林党的历史其实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他们试图以制度章程，也就是《大明律》与《皇明祖训》之类的东西来约束皇权，进而维护自己和百姓的利益，却遭到了皇权的残酷镇压。前述针对张居正考成法的批评，针对明神宗矿税之祸的批评，东林党人拿出的武器均是《大明律》与《皇明祖训》。 此外，东林党人还曾深度介入到国本之争，要求明神宗立长子为太子。红丸案涉及明光宗之死和移宫案，明熹宗即位之初涉及明光宗的妃嫔李选侍在后宫中的地位。有些批评者认为，东林党人不该干预皇帝的家事，应该避免给自己招来不必要的麻烦。 这样的论调似乎并未注意到，在关于皇帝家事的三场风波中，东林党人的核心诉求仍是要求皇帝及其后宫按既定的制度和章程办事，即希望将皇权关进制度的笼子。制度与章程是赤手空拳的东林党人最可依赖的武器，按制度和章程办事，也就成了他们试图改革朝政的核心诉求。 这种政治诉求注定了东林党人无法在西宗时代获得皇权的青睐。天启初年，因东林党人主张按既定的规章制度办事，支持光宗、西宗父子继承帝位，朝堂之上一度出现了所谓“东林方盛，重政迎朝”的局面。但皇权肆意已久，绝不甘心受制度的约束。天启二年（一千六百二十二年）。 皇权即展开了针对东林党的批判，兵科给事中朱同蒙首先开炮，给东林党扣了一顶招朋引类、摧残善人的大帽子。也是在这一年，皇帝开始培植魏忠贤及其宦官集团，允许魏在宫中操练一支万余人的军队。次年。 为受命控制东厂和锦衣卫，开启了特务治国。此前，东厂与锦衣卫长期处于接近瘫痪的状态，宦官还被派往边境监视、控制军队。天启四年，魏忠贤开始逮捕东林党人，重政营朝迅速成了过眼云烟。天启五年，魏忠贤秉皇权之意。 开始大肆屠杀东林党人，制造了东林六君子之狱等惨案。与肉体消灭大略同期，针对东林党人的精神消灭也提上了日程。天启五年（一千六百二十五年），在魏忠贤的授意下，阉党开始在朝堂上制造“假道学不如真忠义”的舆论，并获得皇帝支持，全面尽毁天下书院。 讲坛，且用上谕的形式公示东林党人榜，共收录三百零九人。天启六年，明熹宗决定就东林党的问题做一个定性，下令编纂《三朝要点，这部书的主旨是痛骂东林党，说他们为了达成自己留名青史的险恶目的，不惜拿各种琐事喋喋不休的攻击皇帝。 后世那些针对东林党的不实批判，大体都可以在这部由阉党一手炮制的《三朝要典》中找到。二十一，附带一题，在重政营朝的短暂的两三年里，东林党人最受后人诟病之事是削了辽东经略熊廷弼的职。其实，熊虽然在神宗朝攻击过东林党，但他的去职并不能归咎于东林党人。 因为东林党并不是一个严密的组织，而只是一群松散的同道。且邹元彪虽然主张严厉处分熊廷弼，但维护熊廷弼的七名科道言官中，也有五人被视为东林党人。追究熊廷弼的冤狱中具体某个人的历史责任是恰当的，但将之说成东林党人热衷党争、不问是非，则不是一种与史料合损的解读方式。二十二。 从重症迎潮到肉体与精神被全方位消灭，东林党人在天启年间只维持了大约两年的存在感。他们之所以如此脆弱，与明熹宗同名神宗大不相同的宦官任用方式有直接关系。神宗朝围绕着矿税之祸。 宦官集团与官僚集团存在着严重利益冲突，不但宦官集团横征暴敛造成的动乱需要官僚集团善后担责，宦官集团还直接侵占了许多原本属于官僚集团的利益。为自身利益计，官僚集团多多少少愿意有限度的支持一下那一小撮东林党人。 西宗朝，魏忠贤将宦官集团与官僚集团整合到一起，大量官僚进入阉党，官僚集团也是宦官集团。身为一小撮的东林党人，对上欲将皇权纳入制度的笼子加以约束，多次要求明熹宗从私人账户拿钱贴补国事，索要至少五百万两白银。最终弹劾魏忠贤，欲使之远离政事。 对下试图通过京查等方式肃清吏治、整顿官僚集团，勇气与理想虽然可嘉，但开罪整个利益集团的后果也是可想而知。后来到了崇祯朝，东林党人早已四分五裂，不成气候；南明时期更甚，活跃的主要是在野的复社人士。这些人在崇祯朝的命运也与在天启朝大致相似。 崇祯皇帝虽然铲除了魏忠贤，但东林党只是他拿来点缀朝堂的工具，他仍然更愿意选择宦官作为自己的代理人，用宦官控制官僚集团，用有限的几个东林党人点缀官僚集团，是崇祯自认为务实的做法。直到明朝包括南明灭亡，有限的东林党包括其余绪复社人虽仍致力于扩张言路。 但在未形成有影响力的政治力量，面对皇权及其代理人阉党，也包括南明时期的军阀东林党与复社，始终处于不堪一击的状态。天启朝重政营朝极为短暂，崇祯朝东林党人只是点缀，南明时期真正左右时局的是军阀。 将明帝国灭亡的责任归咎于一个未曾获得施政机会的松散同道组织，显然不是反思历史的客观态度。东林党人真正的力量不在于挽救明帝国的灭亡，事实上他们也挽救不了，而在于即使抚月加深，也要以民本为出发点去批判皇权之恶。杨涟被铜锤断肋，铁钉贯耳，留有血书大，大笑，大笑。 还大笑，顾大章被投入诏狱，右手剁至只剩拇指与食指，仍作遗诗：“当留日月照人心。”高攀龙自沉于后园池中，以表直言，要从屈平、屈原之遗则。如此无所畏惧的批判精神，是中国秦制时代极为显见的思想光辉。东林党的光辉传至明末清初的黄宗羲、顾炎武。 时有君主为天下之大害，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见与有责焉而已。这样启迪人心的彻悟，传至晚清，又被重新发掘，成为郭松涛、谭嗣同、严复等人兴民权、义君权的思想来源。至于明朝的灭亡。 日本学者小野和子在《明季党社考》一书中有非常中肯的结论：明朝与其说是王于党争，不如说王于阉党之手。二十三，当然，若一定要说明朝王于党争，也未尝不可。只不过党争的主体并无东林，而是阉党与官僚集团。崇祯启用阉党治国，崇祯朝宦官数量极多。 约有十万之众，固然较之利用官僚集团治国更加如臂使指，但也造成了统治集团的内部分裂。北宋自建立至元佑年间 （1086-1094 年）的一百三十余年，用宰相不过五十一人；崇祯在位十七年，用宰相达五十人，诛杀总督七人，诛杀巡抚十一人。 二十四，当皇权如此蹂躏官僚集团，官僚自不会再视皇权为利益共同体，其消极怠政是必然的。明帝国的统治力因之削弱也是必然。当民变与外敌同时袭来，官僚集团的怠政，也就是消极于人力物力的汲取，带给明帝国的伤害会非常直接。换言之，若真的存在党争王国。 那么挑起党争，将政见分歧演变成杀戮的，恰是皇帝自己。明神宗如此，明熹宗如此，崇祯也如此。但崇祯绝不愿意承认这一点，他的名言是“朕非亡国之君，诸臣皆亡国之臣”。后世的乾隆皇帝也不喜欢从这个角度来反思明朝灭亡的教训，他更惋惜明朝没能消灭书院。 更惋惜明朝没能把东林党彻底劈倒劈臭。三、乾隆为何痛恨东林党？在《提东林列传》中，乾隆说过这样一句话：“东林讲学始以正而终以乱，训致与明邪王。二十五，这相当于是将明朝的灭亡与东林讲学直接挂钩。为什么这样讲？乾隆也有一段解释。 盖有讲学，必有标榜；有标榜，必有门户。伟大不掉，必致国破家亡。汉、唐、明，其因见也。意思是，讲学者必会标榜自己讲得好、讲得对；有了标榜，必会形成不同的门派；形成门派，等于形成了有组织的团体。这些团体伟大不掉，就成了心腹之患。汉、唐。 明三代都是这么亡国的。乾隆还说，那些讲学的东林党也有正人君子，但形成了门派，就有了门派利益，有利益就会有小人趋炎附势。所以，小人以东林党自居，其过错仍在东林党。开门一道者，本东林之自取，弃明王而后已，是东林党自己在开门一道，吸引小人。 陈鼎的《东林列传》旨在赞颂东林党人，乾隆将他的赞颂斥为邪说。其逻辑是：国破家亡，黎民涂炭者数不胜数，东林党人不能守祖业，图以国王训诫为有光，不能守护明朝，只知道成就自己的千古盛名。真所谓国家将亡，必有妖孽。对于东林党领袖顾宪成，乾隆。 也完全没有好感。他在诗里嘲讽足识四人学不纯，这个人学问不行，没做到家。同时还在诗后做主说，正因为顾县城学问太糟糕，所以其东林唱说留而为门户，调而为祸患，不亦宜乎？说顾县城在东林书院宣传歪理邪说，留读成为利益门派，最终成了国家的祸患。二十六。 东林党被乾隆定性为明朝亡国的主因，纪晓岚等人奉旨于《四库全书总目》之中对这一定性做了更详细的阐释。他们做的阐释的主旨，简而言之就是“夫明之王，亡于门户；门户始于朋党，朋党始于讲学，讲学则始于东林二十七。27, 东林党聚众讲学，讲学形成门户，朋党。” 门户朋党不以朝廷利益为先，明朝于是灭亡了。为了让乾隆满意，有些阐释非常露骨，直指讲学活动会将人聚集起来，而聚集对朝廷有害。大抵门户斗争之见，莫甚于讲学，而论文次之。讲学者聚党分朋，往往或患言宗社，操孤之事比蛇相攻，则未有乱及国事者。 盖讲学者必辨是非，辨是非必及时政，其事与权势相连，故其患大。文人词汉所争者名誉而已，与朝廷无欲，故其患小也。二十八，讲学和写文章相比，前者的危害更大，因为讲学会把人聚到一起，讨论时事，辨别是非，形成有力量的团体；文人写文章，互相攻击。 不过是点对点争个人声誉，影响反而不大。权力人物对读书人聚众讲学的憎恶，也见于朱元璋与张居正。在《卧碑文》里，朱元璋明确规定：天下利病，诸人皆许直言，唯生员不许。天下人都可以直言时事利弊，只有生员不可以。朱元璋还规定，遇到与己无关之事。 生员不许去衙门，不许介入其中，否则革去生员资格，严重者发配边疆，乃至杀头。二十九，在朱元璋看来，生员拥有同窗、师长方面的优质社会关系，比普通百姓更有活动能力，是需要严格控制的对象。张居正也有相同的认知。 万历三年（一千五百七十五年），已身为内阁首辅、大权独揽的他，再度重申并强化了朱元璋的组织，严禁生源参与一切政治事务。他勒令天下，不许别创学院，群聚党徒，及号召他方有时无形之徒，空谈废业、游士人等，许各府按衙门访拿解发。 三十万历七年正月，张居正又下令遵照皇祖明旨，会天下书院，全部改为公廨衙门。书院的田产、粮食全部划归地方里甲。全国著名书院中，超过六十所遭到查封。三十一，与张居正进毁书院大略同期，欧洲的中世纪大学开始向近现代大学转型，在约束生源方面。 张居正的规定较之朱元璋的更为具体。我圣祖设立卧碑，天下立病，诸人皆许直言，唯生员不许。今后生员勿尊明禁，除本身切己事情，许家人报告有私，其事不干己，则便出入衙门，陈说民情，议论官员贤否者，许该管有司申呈提学官，以行止有亏格退。 若纠众托帮聚至十人以上，骂立官长，四行无礼，为首者照例问浅，其余不分人数多少，进行处退为民。三十二，严禁生员议论国家政策的利弊。若生员自己的切身利益受损，只能由家人去找衙门，与自己的利益无关，却前往衙门为民请命，议论官员的好坏，要被革除生员资格。 丧失进入仕途的机会。如果利用自己的社会关系聚集十个人以上，介入政治事务，为首者问罪发配，其他人一律革除生源资格，贬为庶民。清军入关后，全盘继承了上述明朝的统治术，且有所发展。顺治九年（一千六百五十二年）向全国颁布的生源条例。 除重申朱元璋与张居正所定规章之外，另有补充：生援不许纠党多人，立盟结社，把持官府，武断相取。所作文字不许妄行刊刻，违者听提调官治罪。三十三，生员不但不能议论时事，不能亲自为自己的利益上诉，不可以帮助他人上衙门，不可以聚众介入公共事务。 也没了结社出书的权利。自顺治而下，康雍前三代皆继续维持并强化这种统治术，对生源实施严格管控。乾隆借修《四库全书》的机会，集合纪晓岚等学者，以明朝王语讲学为历史定论，将东林众人拉出来鞭挞，其实是在警告清帝国的读书人千万不要重蹈覆辙。 一黄宗羲著《明儒学案》第十一册卷五十八，商务印书馆一九三四年版，第四十七页。二也有学者主张将东林党与东林学派分开来看，见刘军《东林党与东林学派辨析：关于东林是否为党的另外一种思路》，石河子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二零一零年第三期。 三日，小野和子《明记党社考》，上海古籍出版社，二零一三年版，第七杠十页。四，吴量集《万历书钞》卷十八，恳启圣明节收辅臣全氏书，见南炳文、庞乃明主编《盛世下的潜藏危机：张居正改革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二零零九年版，第二百零四页。 五胡铁球新解张居正改革以考成法为中心讨论社会科学二零一三年第五期。六吴量吉万历书钞卷五及赤辅臣回籍手制，以正纲常书见日小野和子明记党社考上海古籍出版社二零一三年版第十八页。七倪居民。 试论铭记言路膨胀与政治失控，见《明史论集》，吉林文史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版，第二百七十一杠二百七十二页。八部分学术著作将东林党视为江南地主和商人的利益代言人，如吴会认为，东林党由中小地主、中下级官吏和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组成。 代表东南地区部分地主和新兴的工商业者利益，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他们反对腐朽的以皇帝、宦官、王公、勋妻、权臣为代表的大地主集团，反对王公勋妻的掠夺土地，反对税监矿使的横征工商。见吴会《中国商业通史简编》，中国商业出版社，二零一五年版。 第二百零二杠二百零三页。九，9, 此段及后文关于明神宗铺张浪费、穷奢极欲的史料总结，均引自南炳文、汤纲《明史》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二零一四年版，第七百一十一杠七百一十七页。十，10, 南炳文、汤纲《明史》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二零一四年版。 第七百一十八杠七百二十二页，十一南炳文《汤刚，明史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二零一四年版，第七百二十二杠七百二十三页。十二方兴，《明朝万历年间矿税银两的定额与分成》，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二零一六年第六期。十三方兴。 明万历年间矿监税史的阶段性考察，《江汉论坛》二零一六年第三期。十四，南炳文、汤刚，《明史》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二零一四年版，第七百四十三杠七百四十六页。十五，方兴，《明朝万历年间矿税银两的定额与分成》，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二零一六年第六期。 十六，16. 南炳文、汤纲，《明史》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二零一四年版，第七百四十六杠七百四十八页。十七，吴会主编，《中国商业通史》第三卷，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二零零五年版，第八百五十二杠八百五十七页。十八，周远廉、谢兆华，《万历后期的矿税之祸》。 明代辽东档案研究之三，见《中国古代史论丛》，1982年第二集，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十九，蔡明伦《论明万历中后期言官对神宗的批判》，《史学月刊》，2006年第四期。二十，李三才《请庭矿税书，见日小野和子《明记党社考》。 上海古籍出版社，二零一三年版，第一百七十六页。二十一，杨艳秋，《明光宗实录》三朝要点的编修，《史学史研究》，一九九八年第四期。二十二，樊树志，《晚明史中东林党论质疑》，关于东林与这党一节，已清晰指出东林无党，所谓东林党与这党对立云云。 实在是臆测多于事实的。剑凡数志，晚明史一五七三至一六四四上册，复旦大学出版社二零一五年版，第五百二十九杠五百三十七页。二十三日，小野和子《明季党社考》，上海古籍出版社二零一三年版，第三百七十六页。二十四，陈登元。 陈登元全集第八册《崇祯五十项》，浙江古籍出版社，二零一四年版，第九十三杠九十五页。二十五题《东林列传》，见张传峰。四库全书总目学术思想研究》，学林出版社，二零零七年版，第二百四十七杠二百四十八页。二十六题《顾县城解论语四务诗集注》，见张传峰。 《四库全书总目》学术思想研究，学林出版社，二零零七年版，第二百四十八页。二十七，97,《四库全书总目》卷九7见张传峰。四库全书总目》学术思想研究，学林出版社，二零零七年版，第二百四十六页。二十八，《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四八，见宁霞，《四库禁书研究》。 商务印书馆，二零一八年版，第二百一十二页。二十九，朱元璋卧碑文，见《历代小说笔记选》，青一，松下杂抄，上海书店，一九八二年版。三十，《张太岳集》卷三十九，见邓洪波《中国书院史》，东方出版中心，二零零四年版，第三百六十九页。三十一，邓洪波。 中国书院史，东方出版中心，二零零四年版，第三百七十杠三百七十三页。三十二，《张太岳集》卷三十九，见日小野和子《明记党社考》，上海古籍出版社，二零一三年版，第二十二页。三十三，《朱汉民、邓洪波岳麓书院史》，湖南教育出版社，二零一三年版，第三百九十八页。 第十四章，雍正密折治国。雍正十三年，一千七百三十五年八月初九，二百斤黑铅被运进圆明园。十二天之后，雍正皇帝在圆明园暴毙身亡。次日，他的儿子乾隆下了一道谕旨，说先皇日理万机，闲暇之时，听说江湖上有炼丹之说，于是把张太虚。 王定乾等道士招来，安置在圆明园，但圣心深知其非疗愈，事关其数，以为游戏消闲之具，也未曾听其一言，未曾用其一药。现在朕将张太虚、王定乾等人赶出圆明园，遣回原籍。若有人出去后胆敢捏称在大行皇帝御前一言一字，绝不轻饶，立即正法。一。 这当然是欲盖弥彰的说法。雍正突然死亡，乾隆及朝中王公大臣皆措手不及。在诸事代办的状况下，乾隆于雍正驾崩次日竟腾出手来优先处置在圆明园内的两个炼丹道士，自是因为这两个道士与雍正之死有着非比寻常的关系。事实上，雍正皇帝热衷炼丹。 他常年吃丹药是清帝国官僚集团众所周知的事。他不止一次将炼制的丹药赏赐给鄂尔泰、年羹尧、张廷玉、田文静、岳钟琪等人，这些都记载在皇帝的朱批和臣下的谢恩折子里。而雍正之所以长期服用济济丹、秋实之类的丹药，既有色欲方面的因素。 也与他统治清帝国的手段有密切关系。清军入关之后，历代皇帝都相当注意吸取中原秦制帝国的统治术。雍正是其中走得最远的。他在位十三年，心心念念的诠释如何巩固自己的统治基础，也就是官僚集团。他不喜欢与世大夫治天下，而是希望将官僚集团规训为最服帖的奴仆。 为达成他的目的，他在官僚集团中发起人格侮辱运动，实施密折治国，将自己变成一个日理万机的最高情报头目。为了始终能够日理万机，他不得不求助于丹药，而那丹药最终要了他的命。一正面榜样与反面教材，雍正六年（一千七百二十八年）四月初三。 陕西三原县棉花贩子秦泰骑马路过河南府孟津县，在宋家山地界，将装有一百七十余两白银的包裹不慎掉落。秦泰一路风尘，满身疲惫，许是在马背上打了个盹儿，居然没有察觉。刘姥姥进大观园，曾对贾府花费二十多两银子置办的螃蟹宴感叹说：“这一顿饭的钱，够我们庄稼人过一年了。” 如此，也就不难理解秦泰丢了一百七十余两银子之后的惊慌失措。他找到当地地保备了案，忍痛出了一张承诺均分银两的告示，并在第二天贴满了附近乡镇的大小角落。秦泰不知道的是，就在他满大街贴告示的同时。 孟津县一个叫狄世友的老农，正抱着他那一百七十余两银子的包裹，蹲在宋家山的官道上等他往回找，而且一直等到天黑。他更不会想到，告示贴出来的第二天，就在他几乎已经完全绝望的时候，狄世友那张带着些许木讷的脸会突然出现在他面前，把那包沉甸甸的银子塞回到他手中。 而且拒绝接受任何酬谢。从惊愕中回过神来的秦泰跪下，给狄士友叩了几个响头，将他拜做了干爹。二两个多月以后，狄士友接受了朝廷的调查和褒奖。谈及拾金不昧的动力，受惊不小的他战战兢兢地说：“我当时只是想到了我的婆娘，她丢了三百文钱，就差点急死。” 朝廷的调查源于河南山东总督田文静的一道折子。当雍正皇帝借着摇曳的烛光，在田文静的奏折里读到关于狄世友的汇报时，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一种巨大的满足感瞬间充溢胸间。在那道长达一千二百余字的恩赏一名狄世友顶戴银两狱中，雍正皇帝将那乡野间的拾金不昧上升到理论高度。 他大发感慨地说：“孟金迪是有拾金不昧的事情，充分说明朕这些年来尽心竭力、耗尽心神的教化工作取得的胜利，乃风俗修养之明争国家实在之祥瑞。”并大力称赞田文静这些年在河南讲劝民风功不可没。三，皇帝明确要求把这道谕旨发到京里、京外所有官员手里。 皇帝说：“像狄氏友这样大字不识几个的老农民都知道戒贪知足，拾金不昧。你们这些官员个个饱读诗书，居然还营私舞弊、贪污腐败，难道不觉得羞愧吗？”皇帝决定恩赐狄氏友七品顶戴，赏白银一百两，责成河南府将狄氏友的事迹刻成石碑，立在石金之处。 同年七月，田文静再次上奏说，河南有一个卖面的穷人陈怀金捡到江南洋客王胜丢的二十四两八钱银子，不但全数奉还，还不要任何酬谢。雍正御批表彰说，河南底层百姓的道德水准这么高，成所谓瑞也，实在是国家的祥瑞。雍正七年（一千七百二十九年）九月。 天津的地方官管城则上奏说，当地有一个底层妇女梁氏也捡到了六两五钱银子，同样主动交还给了失主，不要酬谢。雍正下旨赏赐粮食、大米、布帛，还为他题写了匾额作为表彰。雍正八年五月，山西巡抚石林递来报告说，在山西朔平府有一个叫赵亨清的百姓捡到九两一钱银子。 也主动交还给了失主，直到雍正十三年四月，直隶总督李卫还有类似的折子上奏。四，雍正的兴致似乎也从未消减。他在李卫送来的奏折上批示说：“以匹夫匹妇之余，而能轻财上义，目善乐师云属难得。于斯足征风俗向纯之见，览奏振怀，和圣愉悦。” 意思是，愚蠢的匹夫匹妇都懂得轻财上义、慕善悦施，实在难得。可见，朕登基以来整顿天下风俗的成绩很不一般。朕看到这样的奏折，实在是非常高兴。集中力量树立正面榜样的同时，雍正也在努力寻找反面教材。明世前明世不幸被选中。 雍正四年（一千七百二十六年）四月的一道上谕里说，钱明是这样的读书人，毫无廉耻，写诗谄媚奸臣逆贼年羹尧，所以朕之前特地为他书写了一块名叫“罪人”的匾额，勒令悬挂在钱家，还下旨要求在京科举出身的大小臣工都必须赋诗一首来讽刺钱明是。朕这样做。 并不只是为了惩罚钱明世这么一个宵小之辈，而是想让天下臣工都知道，让像他这样的明教罪人耻辱的活在世上，比直接杀了他更残酷。所以，朕希望凡读书之士，皆期养体振心，人人争自琢磨之故也。其他的读书人都要扪心自问，好好反省，不要重蹈覆辙。五，钱明世被选中。 直接原因是他牵涉进了年羹尧一案。雍正二年（一千七百二十四年），年羹尧进京，正值如日中天之际。前明是赋诗八首相赠，当中有“分陕旌旗周赵伯，从天古角汉将军”一句，用的是周成王年幼，周公与赵公辅佐成王分陕而至的典故。雍正读了之后，怒不可遏。 觉得钱明士是在贬低自己，抬高年羹尧。稍后，雍正又在钱明士的诗中发现一句颂扬年羹尧的“中鼎明乐山河事，翻藏遗刊第二碑”。这当中也有典故，第一碑是康熙为表彰十四皇子胤之的战功而立，雍正与胤之素来不和，即位后曾借口碑文没有凸显康熙的功绩。 对碑文的内容做了许多修改。前明是说年羹尧有资格获得第二杯，他的诗句让生性多疑的雍正怎么想怎么别扭。六，文人作诗颂扬正春风得意的朝中重臣，本是寻常事。前明是颂扬年羹尧的时候，雍正也正在给年的密折里说什么“你我是千古君臣之誉的榜样”这样的肉麻话。 在诸多颂扬年羹尧的读书人当中，雍正之所以单单选中了钱明士，要将他拉出来批倒批臭，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前的那句“分闪惊奇周赵伯。从天古角汉将军”犯了雍正的大忌讳。皇帝忌讳的不仅仅是钱明士的诗贬低了自己，抬高了年羹尧。 还包括周公、赵公的典故蕴含的儒家王道思想，正是雍正极力想要打击、清理的思想毒瘤。雍正理想中的君臣之道，绝不是周成王与周公、赵公之间的那种共享政权的平等关系，而是绝对的主仆关系。唯有体察到这一点，才能理解雍正为何要给前明士题写匾额“明教罪人”。 也才能理解雍正为何要给所有在京科举出身的官员布置任务，命他们写诗讽刺前明氏，而不是更直接的将前明氏砍头灭族。明教罪人的匾额也罢，集体写诗骂前明氏也好，其实都是为了规训所有的读书人，摧毁他们残存的与士大夫治天下的政治理念。在雍正的运作下。 钱明氏很快成了举国皆知的反面典型。雍正还将那些讽刺诗汇集起来，交给钱明氏，勒令他将他们整理刊刻出版成书。雍正这样做的目的，既是为了毁掉参与写讽刺诗的那些官员最后的人格尊严，也是为了用讽刺诗来规训全国的学子。末了。 雍正还不忘指示常州知府和武进县知县钱明世是常州府武进县人士，每逢初一、十五，亲自去钱府查看那块明教罪人的御赐匾额，看看他是否还稳稳当当,当地挂在钱家的大堂之上。二、全面侮辱打击科举出身的官员。雍正三年（一千七百二十五年）六月。 巡盐御史芒古上奏皇帝说：“天下有许多钻营附使之徒，他们互通声气，投拜门生。没有中举的人希望靠他们在考场上打通关节；做了官的人希望得到他们的举荐。官越做越大，那些本来不和的人一旦拜了师生，立刻惺惺相惜，互相引荐、说情、徇私舞弊。芒古希望朝廷颁布诏令。” 严禁科举出身的官员搞门生做主的把戏。七，芒古迪奏折是在刻意揣摩雍正的心思，迎合他的需求。清代有对官员与世人免除差役、徭役的优待，官员与世人被称作官户、宦户或儒户，对他们的优待催生出了两种后果。 第一种是许多底层百姓为躲避朝廷沉重的差役、徭役，想方设法找关系，将自己挂靠在同姓的官户、如户下面。雍正将之称作其子孙族户烂帽及私立如户换户八。第二种是底层百姓将自己的田产挂靠在官户、如户那里，到了纳税的时候，底层百姓就把钱粮交给官户、如户。 由他们代为缴纳，雍正将之称作生煎包揽同性钱粮，以为己良久，躲避差役很好理解。包揽钱粮有必要略作解释。在包揽的过程中，底层百姓交给官户、如户的钱粮，往往多于应该交给官府的法定钱粮。百姓之所以愿意多出钱，也要去找官户、如户来代自己纳税。 是因为缴纳钱粮，并不是往官府的银库、粮库一扔就完事了。在纳税的过程中，他们需要面对粮头、柜吏、仓吏、官银匠等少则七八个，多则十余个环节的刁难与盘剥。这些环节全部走下来，耗费早已远远超出了法定税额。让官户与如户代缴，则没有这样的问题。 嘉庆年间做过军机大臣、直隶总督的蒋优先在奏折里给皇帝分析过，为什么百姓宁愿多出钱，也要将自己的税粮包给官户，如户代缴。蒋说：“所最苦者，良善相隅，零星小户，虽收治加五六，而不敢抗为，且相辟于民，使则忍受剥削，技艺渐生机械，一等会托包户代交。” 教之自往交曹家五六之数，所省时多，渔民何乐而不为？是一二年包户日多，相互日少。时，那些老实的零星小户最惨，他们缴纳曹粮，常遭州县官府盘剥，多交法定内税额度的五六成，也不敢反抗。但即使是老实的渔民，受剥削久了，也会慢慢开窍。 他们会发现，其实花钱让人包户代交，比起自己去交而被多盘剥五六成更划算。所以近些年来，民间的包户越来越多，自己单独纳税的相户越来越少。底层百姓两害相权取其轻，找关系依附在官户、如户之下，对朝廷来说意味着可供汲取的物力、人力的体量变小了。 对找不到关系挂靠的百姓而言，意味着朝廷会将更沉重的赋税和差役压在自己身上。所以，雍正二年，朝廷下诏即除了官户、儒户的名目，雍正四年又再次下诏规定，免差役、徭役的特权仅限于做过官的或有功名的世子本人。 与这些新规同时推出的，还有市民一体当差的新政策。恰是市民一体当差的新政策，在河南接连闹出风波。先是雍正元年（一千七百二十三年），巩县知县张可彪贴了一张生援与百姓一体当差的告示，引起该县生援不满，控告他贪污腐败。雍正二年五月。 丰丘县又以修复黄河河堤的人力资金不足为由，下令士绅一体当差，引发了士子集体罢考事件。罢考之前，士绅群集在开封巡抚衙门前投诉，要求废除士绅一体当差，维护官户、如户的尊严。十一事件本身不难平息，按常规办法杀几个带头者，组织一场补考。 地方很快便能安定下来，但雍正对罢考事件非常在意。他发现，在处置的过程中，只有非科举出身的田文镜积极镇压，科举出身的河南官员则集体态度消极。科举出身的学政张廷璐，平日里碰到如户不肯上缴钱粮，即多有庇护；儒生罢考，他也自始至终没有半句申斥之言。 科举出身的开归道陈时下负责审讯闹事儒生，但他并不坐堂审案，而是将闹事的儒生请到内衙，彼此以年兄年弟相称。科举出身的按察使张宝则拒绝介入罢考事件中来，声称自己只管人命到案。据雍正接到的密报，甚至连朝廷派去处理罢考事件的钦差大臣也是出有沽名袒护之意。 即一开始也有意袒护闹事的儒生。十二，在雍正看来，这世世大夫彼此为缘是远比罢考本身更可怕的事情。清廷自入关以来，始终对有组织低士绅群体保持着高度的戒心。顺治十八年（一千六百六十一年），为打击江南士绅，清廷曾以抗梁为罪名制造过一起江南奏销案。 被列入整治名单的江南士绅共有一万三千余人之多，这些人被集体集去了功名，发本处家责，鞭铺纷纷，衣冠扫地。十三即带着枷锁被拉回原籍，当着本乡父老的面遭受鞭打。有科举探花出身的士大夫仅欠银一厘，也遭此厄运。有些人并无任何欠银，竟也在整治名单之中。 可见，清廷的本意并不在追讨欠款，而是为了羞辱和击溃江南士绅这个群体。江南奏销案造成的结果是，江南之地祥绪一空，将有生源头衔的读书人消灭殆尽。松江府的五所官学原有生源三千余人，奏销案后，每所官学只剩下数十人。嘉定县剩下的生源甚至成了个位数。 河南罢考案很明显是在提醒雍正皇帝，虽然康熙朝六十一年来仍继续维持对读书人思想上的高度管控，但科举录取名额和官学生员名额的增加，已让士绅的数量得到了较为可观的恢复，尽管与明朝晚期的规模仍不可同日而语。 雍正有没有想起顺治年间的江南奏销案，不得而知。但他接下来所做的事情与江南奏销案是没有本质区别的。寻盐玉石芒古也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才在雍正三年上奏，请求皇帝严厉打击科举出身的官员玩门生做主的把戏。与芒古上奏大略同期。 田文静开始在河南大肆弹劾科举出身的官员，他的行为得到了皇帝的大力褒奖。雍正鼓励他照此秉公执法，亦无避忌，放胆为去，保尔永永平安。十四，有了皇帝永永平安的底牌，田文静工作的更加卖力。到了雍正四年二月，河南境内的读书人已是人人自危。 原广西巡抚李福因升任直隶总督，恰于此时赴任路过河南，耳闻目睹了这一情况。李福是康熙年间的进士，也是一位理学名家，在世身中有很高的声望。他在河南暂住时，曾劝田文静不要刻意蹂躏读书人。田否认自己有这样的用心。进京后，李福写了一封弹劾田文静的奏折。 里面说田这个人性格阴暗，任用奸邪，还举了几个例证，说田文静提拔市井无赖为官，危害百姓。李福正受雍正青睐，他的奏折引起了皇帝的重视，且调查之后发现李福列举的田文静害民的案例确实不假。田文静随即受到了皇帝的严厉斥责。田文静深谙权术。 反击思路别出心裁，在给雍正的密折里，他非常干脆地承认自己提拔的官吏确实害民不浅，确实是失职了。转而开始大谈特谈李福之所以弹劾自己，完全是出于科举出身的官员彼此为援的避俗。为证实他的指控，田文镜还考据出了几个受过他弹劾的河南官员其实是李福的同科进士。 据此，田给李福扣了一顶科举朋党、徇私为奸的大帽子。他扣的帽子正中要害。事实上，李福也明白这层要害，所以他在弹劾田文静时，绝口不提河南读书人所遭受的折辱，只说有确凿证据的害民事件。田文静的回奏点破了这层要害，雍正很快就改变了立场，他给田文静发去御批。 今览而此奏，乃无稽之谗言也。据折奏来，朕自有道理。所谓的“朕自有道理”，是皇帝重新表态，给田文静送去了风阳和荔枝以资鼓励，给李福扣了一顶“喋喋”之词，而见青鱼镇的大帽子，撤掉了他的直隶总督，先是降为工部侍郎，再降为奉天府尹，最后投入狱中。 关押期间，雍正曾两次命人将李福提至刑场陪绑，用刀架在他脖子上，让他欣赏处决死囚的实况。十五，李福失势的同时，一场针对科甲官员的全面打击迅速展开。雍正在谕旨里说：“朋党的坏风气一天不清理干净，天下的公理就一天不能得到伸张。为了将这样的坏风气进行洗涤。” 哪怕废掉千年沿袭的科举，自己也在所不惜。在这场运动中，被雍正抓出来予以全方位人格羞辱的典型是云贵总督杨明时。杨出自康熙朝重臣李光地门下，也是一位理学名家。李光的去世了，李福进了监狱，杨明时又对打击科甲官员的运动持有异议，于是就被雍正选中了。 随后，诸多古怪离奇的打击，狂风暴雨般砸向杨明时，撤职降级自不必说了。雍正五年（一千七百二十七年），杨明时奏请疏浚洱海河道，放在平常，这就是一件准或不准的事情。这时却被皇帝无限上纲上线。雍正说：“杨明时这个混蛋，在自己即将离任的时候，才提出这样的奏请。” 显然是想为自己在地方上留下好名声，奏请不用秘密的舌本，而非要用公开的题本，也是想让所有人都知道，以博取美誉。再者，这样的好事不留给后任去做，无非沽名钓誉。这样的人尚得舔言自命为读书人乎？说完这些诛心之论，雍正尚不解恨，紧接着下了一道刻薄到极致的命令。 既然杨明石想要为地方造福，那不如就命他拿自己的资产来疏浚洱海河道吧。他死了之后，让他的儿孙继续承办洱海河道的疏浚工程，就永远承包给杨明石他们家了。只有这样，才能使天下人知道沽名邀誉之徒不但己身获罪，而且一累子孙也。十六。 为了整垮杨明时，雍正安排了没有科举背景的朱刚去做云南巡抚。朱刚赴云南上任之前，多次蒙雍正召见，面授整治杨明时的方针。朱刚知道自己去做云南巡抚只有一个任务，就是按雍正的秘密交代整治杨明时，而完成任务的标准是查出杨明时贪污腐败的罪证。 给他扣上假道学的帽子，进而将之问成死罪，也就是从肉体与精神上做双重消灭。所以，他一到云南就雷厉风行的掘地三尺，却没有挖出什么值得大做文章的东西，反将雍正的宠臣李卫的诸多不法勾当给顺藤摸瓜挖了出来。无奈之下，雍正只能三以密折困锁群臣而自困。 除了侮辱科甲官员的人格，雍正还有一个治理天下的不二法门，那就是密折制度。密折是皇帝赋予特定官员秘密奏事的特权，出现于康熙年间。如江宁织造曹寅就拥有给皇帝写密折的特权。康熙认为明代的厂位容易尾大不掉，也看不起明太祖微服私访的手段，故创造了密折制度。 康熙对自己的判断力极为自负，不止一次言及自己在甄别真伪方面的经验极为丰富，自信人不能欺朕，亦不敢欺朕。密奏之事，唯朕能行之耳。十九，雍正对自己的判断力的自信远甚于康熙。登基之后，密折制度即上升为皇帝治国的主要手段。 康熙晚年虽一再鼓励臣下密折奏事，但规模一般，参与密奏者不过百余人。雍正朝短短十三年，参与密奏的官员多达一千一百多名。康熙朝六十一年，现存朱批过的密折不过数千件；雍正朝十三年，现存朱批过的汉文奏折三万五千余件，满文奏折七千余件。 其中大部分属于密折，可见雍正对密折的情有独钟。二十，利用密折制度，雍正将清帝国的核心官员全部纳入自己的间谍网络之中，官员们的一举一动全在他的掌握之中。同时，他也成功将自己丢入了如山的垃圾奏折之中。雍正常常在朱批里痛骂地方官给自己送垃圾奏折。 增加自己的工作量，比如雍正三年二月初三，广东巡抚年希尧上呈三件奏折。雍正阅后发现奏折的内容早已报告过了，于是，在朱批里责备道：“夜经报名该部之事，又何必多此一奏？想尔越省更无事可入告矣。如许遥远，特差人击奏此三事，殊为可笑。”二十一。 雍正也很讨厌地方官员上折子谢恩表决心，这样无用的奏折占去了皇帝大量的办公时间，让他不胜其烦。他在朱批里反复强调自己没时间，让地方官员不要再写了送来。比如雍正三年，福建学政黄之卷多次上折子叩谢皇恩，赞颂御训，雍正无奈回复道。 凡百之物实行，不在文字语言。宋圣具文，朕实厌览。此数奏甚觉浮泛不实，如此等之奏，再不必。朕实无暇。二十二，雍正九年（一千七百三十一年）十一月，镇海将军王毅上奏，说自己月前接到朱批的谕旨，里面有皇上的谆谆告诫，自己捧读之下，感激欲深。 决心为皇上效犬马之力，否则自己就不配为人。雍正读到要吐，在回复里表示自己实在不知道该怎么批复这样的垃圾奏折。汝等汉军人人如此奏，如出一口，言行相符者百无一二，朕时难以批阅。行与朕看，不必误言于朕听也。二十三。 对宠信的心腹之人送来的垃圾奏折，雍正的朱批一般较为温情，但他的温情之中仍透露出深深的无奈。越是心腹，越没有办法对他们的垃圾奏折视若不见。比如，他曾如此批复河南巡抚田文静：“你差人奏折太勤了，何必费此无意盘缠？况朕日理万机，一绝繁琐，你奏来。” 朕自然批谕，若如此来往，则无宁止矣。二十四，意思是你递奏折的频率也太高了，不要浪费这个钱。而且朕日理万机，也觉得烦。你送奏折来，朕自然是要批复的，批复了，你再回奏谢恩，朕再批复，这样来来往往就无休无止了。葛森是雍正的藩邸旧人。 他担任贵州布政使期间，也很爱给雍正写垃圾奏折。雍正设身处地站在葛森的角度来理解这个问题，觉得他这么干可能是为了显示自己与皇帝的亲密关系，进而挟制上司恐吓下属员，所以如此回复他：路途远，若无应奏事件，何必色责，徒劳往返？若以此为挟制上司恐吓属员之举。 尤其不可不避者，置之勉力做好官，务实行。若倚仗小才既弄聪明，非常策也。二十五，遇到非心腹之人送来的垃圾奏折，雍正的批复就没这么好脾气了。比如，雍正五年十二月初十，江南总督范时递上了一道折子，说自己的辖区瑞雪普降，还造了一尊龙的神像。 雍正读完，勃然大怒，大骂范时义汇报垃圾信息，毫不体谅自己日理万机之苦。朕日理万机，毫不体朕。矿碎底事更烦。娜娜，李有功夫看此木刻写来的闲文章？岂有此理！二十六，雍正的十三年皇帝生涯，可以说是埋头批阅垃圾奏折的十三年。 每天批复奏折的平均文字量高达八千字，他不断责备下面的人不体谅做皇帝的辛苦，不断给自己送来垃圾奏折。殊不知他自己才是垃圾奏折产生的核心原因。在康熙年间，有资格以密折奏事者不过百余人。雍正上台后，玩起了密折治国，获准参与密奏的官员多达一千一百多名。 相当于将清帝国中上层的核心官僚全部纳入了一张巨大的间谍网之中。这张网辐射全国，间谍们彼此隔绝，只许与皇帝单线联系。任何情报，无论是身边的还是别省的，无论有没有确凿证据，都可以直接报告皇帝，由皇帝甄别。 所有人都处于他人的监控之下，所有人都知道自己身边有皇帝的间谍，而不知道谁是自己身边的那个间谍。以及雍正时代的中高层官场，人人都是监视者，人人也都是被监视者。比如，雍正曾通过密折命广东布政使王世俊监视广东巡抚傅泰，同时让傅泰监视王世俊。 命两广总督郝玉林监视王世俊，又命王世俊监视郝玉林。命傅泰、两广总督孔玉群与郝玉林存在时间差。广州将军十里哈等三人同时监视广州提督王绍旭三名监视者互不知晓对方的秘密任务。雍正希望通过这种手段，将千里之外的广东官场掌控在手。二十七。 在密奏制度下，每个地方官员的命运极大程度上取决于密折，包括自己的和别人的留给雍正的印象。雍正个人的喜怒与爱好，成了他们递送密折时最关心、最需要揣摩的问题。海量的垃圾奏折，正是在各位官员微妙的揣摩下产生的。礼节性的谢恩折子，是雍正朝的垃圾奏折里的一个重要门类。 雍正曾一再告诫地方官员，不要专程派人来呈递谢恩折子。要谢恩的话，可附在其他有实质性内容的奏折里一并送来。比如，雍正二年，云南提督郝玉林收到御赐孔雀翎，派人赴京送折子谢恩。雍正的批复是：路远如此等谢恩之章奏，不必特使人来。二十八，雍正五年。 福建海坛总兵朱文接到雍正的朱批谕旨，派人送折子谢恩。雍正的批复是：再有些微赏赐，随便训谕之旨。路途遥远，不必特差人回奏。若有应奏事宜之变，再一并奏谢。二十九，但地方官员绝对不敢把雍正的这些批复当真，因为在这方面有很多血的教训。 比如，在给山东巡抚陈世倌的朱批中，雍正曾经大骂浙江巡抚黄书林，说他多次接到自己的朱批谕旨，竟然不上奏谢恩，实在是可恶至极。黄书林自任这府以来，大负朕恩，种种不可枚举，震惊言喻数次，竟无一字奏赋，风还朕谕，可恶至极。黄书林当时因他是犯错。 惹怒雍正，结果雍正跟他翻起了不谢恩的前账。在给浙江提督石云桌的朱批中，雍正也在谢恩的问题上大发雷霆。朕会如许多格言，何斥珍宝？况熙系亲笔所书，未见如敢激奏谢一字。四此随众赏赐些微物件，乃长篇大论以相繁读，书属不知轻重，不识大体之至。 可惜，朕一片苦心训诲汝如此顽蠢之人，自此亦不再训，不再赏赐矣。石云桌送了一道长篇大论的垃圾奏折来感谢皇帝赏赐的物品，雍正被他的垃圾奏折弄得心情非常烦躁，又开始翻旧账，怒斥石云桌曾得到自己赏赐的许多格言，竟然没有上奏谢恩。三十。 皇帝的雷霆之怒，自然会提醒那些困于密奏制度的中高层官僚，谢恩折子一定要写，而且最好单独写，尽快写。写晚了，送晚了，凉了皇帝的心，指不定就会变成未见如敢激奏谢一字，那事情就麻烦了。写垃圾奏折，至多不过挨骂；不写，却很有可能让皇帝疑心自己的忠诚，孰轻孰重？ 一目了然，雍正的信条是以一人治天下三十一，且不容任何人挑战他的权威。马尔奇哈曾在奏折中引用《论语》中的名言：“编斗之事，则有私存。”意思是祭祀礼仪方面的事务，自有主管的官员负责。结果引来雍正痛批，说他拿这个句子说事实在居心叵测，肯定是想要蒙蔽自己。 其心不欲朕详察，则一等妖结党羽，任意擅行。三十二，如此，雍正就只能既以官僚集团为统治基础，也以他们为重点防范对象。早在雍正二年七月，他就颁布过著名的《御制朋党论》，大张旗鼓批评官员之间的横向交往，还将儒家知识分子赞颂了几百年的欧阳修《朋党论》斥为歪理邪说。 欧阳修说：“朋党是个很正常的东西，自古以来就是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皇帝应该做的不是禁止朋党，而是远离小人的伪朋党，亲近君子的真朋党。”雍正说：“欧阳修简直是胡说八道！他要是活到今天还敢发这种议论，我一定会当面痛斥他，让他幡然悔悟。” 三十三，针对科举出身的官员的人格侮辱和密折治国，都是为了实现这个目的。前者试图以运动的形式打掉士绅在社会上的尊严、地位与影响力；后者试图通过制度建设的方式，将整个官场变成一个互相监视、互不信任、互相告密的地狱。构建地狱的雍正，必然会掉进这地狱之中。 他在朱批里反复告诫地方官，要识大体，要明白什么事该奏报给皇帝处理，什么事不该奏报，也就是要体谅皇帝的辛苦，不要乱递垃圾奏折。但他的告诫不会有效，因为以一人治天下与要求官员识大体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密奏制度将官员集体变成了提线木偶。 编斗之事，则有私存的，则有优归的理念，也遭到了皇帝的否定。对雍正朝的官员而言，现实很清晰：将问题送到雍正案前，求取朱批圣裁，才是理想的工作模式。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结果：雍正将自己累了个半死。 只能在密折里跟新附宠臣李卫吐槽，镇代各省督府办理者时居六七三十四，34, 及各省督府时之六七的工作都是雍正替他们做的。地方官员则不断在谢恩折子里批评自己如何如何愚蠢，赞颂皇帝如何如何圣明。当然，自批愚蠢的垃圾奏折看得多了，雍正也就明白过来了。 这些人自贬愚昧，赞颂皇帝的决策英明，实为懒政。在朱批里，雍正留下了大量严斥官员以庸于自居的内容。比如，陕西总督扎郎阿的奏折里有“皇上见赵无私，为臣才是庸愚，见不及此”的句子。雍正用朱笔把“才是庸愚”四字划去，批复道：“朕深物此等字句，你虽干以庸于自居。” 则朕以庸愚人寄托三省沿江重任，则朕之庸愚更胜汝之庸愚也。你说自己平庸愚蠢，那朕任用你做地方大员，朕岂不是比你还要平庸愚蠢？再如福建巡抚常赖上奏说更调水师五遍的事情，皇上的指示最为圣明，臣贵独之下，顿开愚昧，仰见瑞律周详。 无微不道，实非臣下于浅陋之时所能窥。雍正读了之后大怒，批复道：“顿开愚昧四字，岂可堂堂在耶？胡说至极！”显然，雍正也知道称自己顿开愚昧已成了地方官员常规的避责手段。三十五，这些严厉的斥责不会起效。皇帝既然要以一人治天下。 陈辽也只好完以天下奉一人，事事禀报，等待皇帝圣裁。一《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雍正朝汉文御旨汇编〉第二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一九九九年版，第二百三十九页。二敌士有拾金不昧的具体过程。 可参见《还金山碑重现记》《孟津文史资料》第二十二集中所载《还金山碑》的碑文。三《四库提要著录丛书》十部，北京出版社二零一零年版，第五十六页。四杨启桥《雍正帝及其密折制度研究》，岳麓书社二零一四年版，第一百七十四杠一百七十五页。五赵伯陶。 落日辉煌，雍正王朝与康乾盛世，济南出版社二零零二年版，第八十九页。六，赵伯陶，《落日辉煌，雍正王朝与康乾盛世》，济南出版社二零零二年版，第八十八页。七，冯尔康，《雍正传》，上海三联书店一九九九年版，第二百五十六页。 八《清世宗实录》卷四十三，四年四月戊子条，见《冯尔康雍正传》，上海三联书店，一九九九年版，第一百七十七页。九御旨：玉省督府小玉粮户，除去如户换户名目，严禁生间包揽钱粮。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雍正朝汉文御旨汇编》第三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一九九九年版。 第三百七十三页。十，蒋优先，拟更定曹政章程书》，见《魏源全集》第十五册，《皇朝经世文编》卷三四卷五十三，岳麓书社二零零四年版，第四百八十八页。十一，何赵燕，从丰丘坝考案看雍正对申金的整治，《哈尔滨学院学报》二零一七年第七期。 十二《12. 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三册，江苏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第四百三十一杠四百三十四页。十三《董涵，三纲十略》，辽宁教育出版社两千年版，第八十一页。十四《朱批谕旨》《田文镜奏折》，四年六月十一日折及朱批，见冯尔康主编《清朝通史》。 雍正朝，紫禁城出版社，二零零三年版，第一百八十四页。十五，杨启桥，《雍正帝及其密折制度研究》，岳麓书社，二零一四年版，第一百零五杠一百零七页。十六，《四库提要著录丛书》十部，北京出版社，二零一零年版，第四百七十五杠四百七十六页。十七，郭成康。 政治冲突与文化隔阂，《阳明十案透视》，《清史研究》，二零零二年第四期。十八，汪景祺，《读书堂西征随笔》，妙理科调奏，见冯尔康主编《清朝通史》，雍正朝，紫禁城出版社，二零零三年版，第一百八十三杠一百八十四页。十九，杨启桥，《雍正帝及其密折制度研究》。 岳麓书社，二零一四年版，第一百六十六页。二十，史松《雍正研究》，辽宁民族出版社，二零零九年版，第一百九十四页。二十一，《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四册，江苏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第四百零九页。二十二，《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五册。 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八百七十四页。二十三，《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二十一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五百一十三页。二十四，《李国荣：雍正严禁臣公独奏》，北京档案1999年第八期。二十五，《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二十册。 江苏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第六百五十四页。二十六，《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一册，江苏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第二十一页。二十七，《杨启桥：雍正帝及其密折制度研究》，岳麓书社二零一四年版，第一百八十杠一百八十四页。 二十八，《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二册，江苏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第九百二十五页。二十九，《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十册，江苏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第八百四十八页。三十，《日宫旗市定》，雍正帝，中国的独裁君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二零一六年版。 第一百八十六杠一百八十七页。三十一，雍正于故宫三溪堂西暖阁题有对联：“为以一人治天下，其为天下奉一人？”三十二日，宫崎市定，雍正帝。中国的独裁君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二零一六年版，第一百八十二页。三十三，御制朋党论，见世宗宪皇帝御制文集。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五卷，三十四日，宫崎市定，雍正帝，中国的独裁君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二零一六年版，第一百五十二页。三十五，张书才，雍正帝严斥官员以庸于自居，历史档案，一九九三年第三期，第十五章，同光中兴的逻辑。 咸丰十一年（一千八百六十一年）是清帝国命运的转折点。这年八月，咸丰皇帝爱新觉罗·奕主死在了热河行宫。他生前留下的人事布局，肃顺、载垣、端华等八名顾命大臣，被恭亲王奕欣联手慈安、慈禧两宫太后以秘密政变的形式逮捕。肃顺被直接处决，赐载垣。 端华自尽，愚者或被革职，或被充军。前任皇帝及其八人核心班底被连根拔起，清帝国的内政与外交有了改弦更张的空间。一、咸丰的外交与肃顺的内政。咸丰皇帝一主自二十岁登基，即致力于在对外政策上重拾以夏至夷的昔日荣光。 那些在道光年间因主张辅随议和而受重用的官僚，在咸丰初年纷纷下台。浙江宁绍台到咸陵被开缺的罪名是“为以手之言是听”，闽浙总督刘运科与福建巡抚徐继奢被免职的罪名是“委屈以顺移情”。朝中重臣穆彰阿与其英被急降职时，皇帝甚至亲笔撰写了他们的罪状。 说他们排挤重商主战派，一名凤仪，一取而代之的政坛红人是那些长期被弃用的主战派，比如曾在中国台湾与英国人发生武力冲突的姚莹。可惜的是，皇帝的强硬立场基于他盲目的自信，并无真正的实力作为支撑。咸丰八年 （1858 年），英法联军兵临城下。 不得不接受《天津条约》的咸丰皇帝，只能将帝国的荣光寄托在外交礼仪之上。他向前方负责谈判的官员下达指示，要求条约中必须规定西方使节来华一切跪拜礼节，悉遵中国制度，不得携带家眷。二，理由是，若允许西方使节觐见皇帝，以鞠躬代替跪拜。 自己必会颜面尽失，清廷何以为天下共主？但清军毕竟战败了，咸丰的指示无法得到贯彻。中英《天津条约》的第三款中，白纸黑字规定，英国乃自主之邦，与中国平等。大英钦差大臣觐见大清皇帝，必须使用英国使节拜谒其他国家元首的统一礼节。 可用的对策只剩下回避与西方国家使节会面。咸丰十年（一千八百六十年），因为换约纠纷，英法联军自天津攻入通州。咸丰对联军的八项议和条件全部应允，唯独对英方提出的国书须亲呈大皇帝御览一条表示万难允许，责令负责谈判的怡亲王载元坚决抵制，还说了重话。 若抵制不成，该以固执前说，不知悔悟，唯有与之决战。三，当然，决战并不存在。皇帝匆忙逃去热河，英法联军攻入京城，烧掉了圆明园。恭亲王一心奉命收拾残局，与列强签订《北京条约》。洋人退去，英法两国也承诺不再坚持让公使觐见皇帝、亲递国书。 但咸丰对他们的承诺并不放心，毕竟外国公使已经正式进驻北京，他坚持留在热河，不愿返回京城，且对恭亲王一心以平等礼仪与洋人会见一事伤心欲绝。此次一物步步不得手，至另一求面见阵地已属不成事体，若复任其肆行无忌，我大清上有人耶？四，咸丰十一年。 咸丰在承德去世，清帝国在外交上紧绷了多年的强硬立场瞬间松弛了下来。肃顺是咸丰高度倚重的权臣，他并不是一个坏人，甚至可以说，在咸丰年间，他是一名少见的有政治理想的高层官僚。作为满人，肃顺很愿意结交重用汉人。奴才小石里说。 肃顺当政之时，对待满官自虽暴力，如奴才弱；对待汉官却颇为谦恭，理由是咱们旗人混蛋多。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等人在咸丰年间得到重用，都与肃顺有直接关系。曾国藩升任两江总督是肃顺的建议，左宗棠遭人弹劾也是肃顺维护。 郭松涛等开明的汉族知识分子也是肃顺着意结交的对象。五，肃顺还是咸丰朝整顿官场腐败最积极的人。咸丰八年，他查办物武科场案，杀了包括大学士博虽在内的五位中央官员，数十名高官与新中举人被革职或流放。咸丰十一年。 户部为逃避肃顺对“宇字五号案”的追查，纵火焚烧了户部档案，大火持续了六个时辰，相关文档字句付之一炬。户部被逼到这种程度，可见肃顺反贪是在玩真的。所以大火之后，仍有数十名高官被革职抄家。六，此外，肃顺在政治生涯晚期及被杀前夕。 还曾奏减八旗俸饷，理由是满人糊涂不通，不能为国家出力，为之要钱耳。七，不足以充当朝廷的统治基础，还要消耗朝廷大量的金钱。凡此种种，都是对既得利益集团的侵害。所以处决肃顺，让整个官僚集团欢欣鼓舞。囚车经过之处，其怨家皆驾车载酒。 持父西式官之前往围观，指使儿童朝囚车扔泥土、瓦块，痛骂肃顺，亦有今日。八，肃顺死了，清帝国官场多年来的战战兢兢也瞬间松弛了下来。二，恭亲王奕欣与慈禧太后的改革，咸丰要做的是维护清帝国天下共主的尊严。 肃顺要做的是维护清帝国官僚系统的廉洁高效。抽象而言，肃顺的这两件事情似乎均有助于维护政权，但具体来看未必。咸丰说：“该一固执前说，不知悔悟，唯有与之决战。”但清军与英法联军作战并无胜算。肃顺大刀阔斧动其人的蛋糕。 虽然提高了官僚集团的效率，但其人是清廷的重要统治基础，他们的反弹会给朝局带来难以估测的震荡。如今，咸丰与肃顺都死了，纠正他们生前的内政外交路线，就成了议政王奕欣与新晋太后慈禧的首要之物。英法联军出来时，奕欣也曾是主战阵营里的一员。 奉命议和之初，他仍幻想着可以整顿清军，固守京城，一度强硬要求联军先行退兵，再释放扣押的英法俘虏。但现实无情，清军不但一触即溃，而且开门纳敌，联军几乎未损一兵一卒就进了北京城，留给一心的只剩下城下之盟。签订《北京条约》时，一心的内心是忐忑的。 他担忧目前之所失既多，日后之遗害无疑久。但联军以万余众入城，而仍换约而去，全城无恙时，即竟能依照条约主动退出京城，又让他颇感意外。在给咸丰的汇报里，他说洋人坚决驯顺，志在通商，并无夺取清帝国政权的野心，可以用信义来笼络他们，驯服其性十一。 驯顺”“驯服”等字眼，既是在迎合咸丰的口味，多少也代表着一心内心的真实想法。真正让一心对近代外交产生信任的是同治三年（一千八百六十四年）的李福斯事件。当年春，普鲁士首任驻华公使李福斯乘坐军舰由天津进入北京，计划赴总理衙门面见一心，呈递国书。 在大沽口，李福斯见到三艘丹麦商船，遂将其扣押。普鲁士与丹麦当时处于战争状态，刚刚接触到万国公法的一心以国际法为依据，谴责李福斯说他在中国海面扣留他国船，只是对中国主权的侵犯，扬言此事若不能得到合理解决，总理衙门将拒绝接待李福斯一行。 李福斯只好派人到总理衙门谢罪，承认此事就在我国。十二，同治三年,年（一千八百六十四年）七月，奕心奏请拨款印刷《万国公法》。在奏折里，奕心特意强调了李福斯事件。本年不国普鲁士在天津海口扣留丹麦国船只一事，臣等暗采该律例中之言，与之辩论。 布国公使即行认错，俯首无辞。十三次年正月，三百部由总理衙门大臣作序的万国公法被分发给各省督府参考备用。清帝国终于尝试走出华夷秩序，开始意识到遵守条约、遵守国际法的重要性。大约在同期，清帝国的官僚也看到了来自慈禧太后的极大善意。 慈禧太后不关心科举考试是否公正，也不关心官员群体是否贪腐成灾。她关心的是官僚集团对最高决策层，也就是他自己的向心力。他的执政方针是博宽大之名，派人负责科考搜检工作。太后的指示是勤慎当差，莫要多事。十四，好好干，别像肃顺那样整出一大堆事情来。 见到御史弹劾自己的亲信，太后的第一反应是此无他，不过我所用之人总不好，想弄死这个对自己没有向心力的御史。而当获悉御史搞这种弹劾，不过是在敲打官场，提醒别人不可忘了给自己多送炭镜时，太后的反应就成了大笑。十五太后很明白，官僚的日子过舒服了，才会更加拥护自己。 自己的日子也才能过得舒服。除了遵守条约、承认国际法、融入国际社会和与官僚集团和解这两项，一心与慈禧在咸丰十一年启动的改革，还有一项内容：积极将西方的军事、工业技术引进过来。不过，与世隔绝太久，引进并非易事。阿斯本舰队事件就是一个惨痛的教训。 同治元年（一千八百六十二年），一心试图通过总税务司李泰国，英国人从英国购回一支现代化的舰队。但李泰国有着一心不知道的盘算，他拿了清廷的钱，致力组建的却是一支完全由英国人掌控、只听命于自己的私人舰队。同年十一月。 李泰国与他选定的舰队司令阿斯本（原英国海军将领）在伦敦签署了一份包括十三项条款的合同，其中第二条规定：凡中国所有外国样式船只，或内地雇外国人管理者，或中国调用官民所制各轮船，议定嗣后均归阿斯本一律管辖调度。意思是，阿斯本不仅是这一支舰队的司令官。 也是中国所有官船，无论中央和地方的司令官。第四、第五条又规定，凡朝廷一切遇阿斯本文件，均由李泰国转行预知阿斯本，无不遵办。若由别人转谕，则未能遵行。如有阿斯本不能照办之事，则李泰国未便转谕。意思是，舰队虽然是中国出钱购买的，名义上属于清帝国。 但舰队司令阿斯本只听李泰国的指挥。李泰国名义上接受清廷领导，但只要他不同意，就可以拿阿斯本不能照办为理由，拒绝将清廷的旨意传达给阿斯本。十六，如果李泰国的阴谋得逞，那么他将拥有一支几乎可以完全控制东亚的可怕的海军力量。李泰国有可能成为整个东亚的太上皇。 一心察觉到情况不对时，钱已经花了出去，而且超支。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官员无法从李泰国那里获知任何关于那支舰队的详细报告，无法掌握具体的开销账目，根本不知道李泰国把钱花在了哪里。而李泰国招募的六百多名英国官兵已经到位，合同十三条也已经签署完毕。 同治二年（一千八百六十三年）七月，阿斯本率舰队抵达天津，与李泰国一道威胁清廷：要么接受继承事实，要么听任阿斯本解散舰队。清廷的全部投入将血本无归。最后，在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的提点和斡旋下，军舰被送回英国，由英方负责变价出售。李泰国被解职。 有统计称，在这场闹剧中，不算中间的人事成本，清廷支出白银一百七十二万两，收回一百零二点一万两，白白亏损了六十九点九万余两。十七，直接搬运的损失如此惨重，培养合格的技术人才就成了洋务运动的当务之急。同治五年（一千八百六十六年）。 一心上奏请求，在他一手创办的京师同文馆内添设天文算学馆，理由是洋人制造机器、火器等件，以及行船、行军，无一不自天文算学中来。为了堵住反对者的嘴，一心还在奏折里胡说，宣称西学的根在中国，只不过洋人心思缜密，善于运思，所以现在的水准才高于中国。 但就其本质，西学的源头仍然是中学。他希望翰林院里那些负责编修的庶吉士也能够放下成见，加入天文算学馆，将自己培养成合格的技术人才。十八，成见是不可能放下的，因为成见关乎切实的利益。朝廷要培养技术官僚，政治官僚不可能没有话说。 大学士、帝师倭仁亲自披挂上阵，强调立国之道在在人心，不在技艺。痛骂一心的做法是以一变下，将会招致亡国灭种的结局。倭仁是清帝国政治官僚的最高代言人，在他身后还有李鸿藻、翁同和、徐桐等一群政治官僚结成了同盟，在声势上远非一心一人所能抵御。 不过，倭人等人的声势再大，在同治五年的同文馆之争中也不会有胜算。培养技术官僚的目的是为了更好的维系爱新觉罗氏的统治，政治官僚的利益必须为爱新觉罗氏的利益让道。 所以，纷争进入白热化后，两宫太后站了出来，力挺一心，下旨要求倭人随时留心寻访精于天文算学的国人，且命他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倭人高举反对西学的旗帜，这个职务对他是一种含蓄的羞辱。三同治中兴的含金量，靠着两宫太后的支持。 一心获得了一千八百六十六年同文馆之争的胜利，对一心而言，这不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五年前，他本是议政王，与两宫太后共同执政，是清帝国双头政治的一端。他可以对倭人下达命令，而不必求助于两宫太后。但双头政治没有办法在改革中维持稳定。 所有的改革本质上都是利益的重新分配。任何一头因为改革而获益，都会导致另一头的不满，进而就会出现改革的绊脚石。当一心通过支持曾国藩、李鸿章等人在改革中获得越来越多的权利时，慈禧太后是不高兴的。同治四年，慈禧太后与议正王当面起了冲突，慈禧责备一心重用汉人。 这天下咱们不要了，送给汉人吧。一心不服，慈禧又发飙：“汝事事与我为难，我即汝直一心回嘴：“臣是先皇帝六子，你能革我职，不能及皇子。”他从酒柜中擅自站起，慈禧又大呼：“延恭王欲打他！”太监们只好先把一心弄了出去。十九。 次日，慈禧写下一份字体幼稚、错字连篇的亲笔懿旨，责备奕欣自当上议政王以来，妄自尊大，诸多狂傲傲、哦，以一仗绝高权重，目无君上，看朕冲灵诸多挟志，志往往安史、暗史离间，不可细问。二十宣布革去奕欣的一切职务。慈禧与奕欣翻脸的这一年是同治三年。 当年湘军攻陷天津，太平天国已成强弩之末。在这个时节，拿重用汉人跟奕欣算账，明摆着是要煽动朝中心怀不满的满族亲贵，打破双头政治，将奕欣从议政王的位置上拉下来。满族亲贵确实有很多的不满。一千八百六十四年，全国总督缺额十名，其人只占其二席。 汉人占了八席，全国巡抚缺额十五名，全部被汉人占据。但一心也有他的苦衷。自咸丰元年（一千八百五十一年），太平天国起事，为了保住爱新觉罗氏的皇权，重用汉人为地方督府，就一直是朝廷的既定策略。道光三十年（一千八百五十年），全国总督缺额十名。 其人只占四席，汉人占了六席；巡抚缺额十五名，其人只占一席，汉人占了十四席。二十一之后，咸丰年间，清廷一直在与太平天国作战，肃顺也就一直在重用汉人。一心的所作所为不过是因袭旧制，慈禧给他扣大帽子，说他重用汉人是要葬送爱新觉罗氏的天下。 他自然不服。一千八百六十五年，一新的议政王头衔被摘去，但靠着与慈安太后、文祥、纯亲王及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地方督府之间的亲密关系，他仍得以继续执掌军机处和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他与慈禧之间的关系也由双头政治变成了一二线关系，慈禧在二线垂帘。 成了最终决策者，一心在一线忙碌，成了信息枢纽，成了中转站、提议者和执行者。光绪二年（一千八百七十六年），文祥去世；光绪七年，慈安太后去世。一心的支持者日渐凋零，他与慈禧之间的一二线关系也愈发明朗。双头政治脆弱，一二线关系同样不好维系。 因为一线执行者天然要做二线决策者的替罪羊，奕心与慈禧也不例外。到了光绪十年（一千八百八十四年），终于发生了甲申一书，慈禧对军机处和总理衙门大换血，恭亲王的势力被迫从朝堂全面退出。甲申一书源于中法战争的失利，一心领导的军机处确实应该负责任。 但失利的核心原因是朝廷和战不定，而和战不定的根源在于慈禧的立场不明。他一面以谕旨安抚致力于维持和局的李鸿章，又同时放纵朝中清流弹劾,劾主和派，导致军机处无所适从。但慈禧身在二线，战败的锅只能由在一线主持政务的一心来背。 尽管李鸿章说《假身一书让他念之心悸二十二，22, 但慈禧与奕心之间的权力斗争并未改变时代的走向。奕心之前如何重用汉人督抚，慈禧也继续如何重用汉人督抚。奕心之前可以接纳条约外交，与列强改善关系，慈禧也可以容忍各国公使觐见皇帝不行跪拜之礼。 一心如何支持李鸿章的洋务，慈禧也继续如何支持李鸿章的洋务，于是就有了所谓的同治、光、中兴。一千八百六十三年，在太平天国行将溃灭之际，通政使王拯即上奏说：“此诚我国家运济中兴，千载一时之际会也。”一千八百七十五年。 又有陈涛收录朝臣奏章，编辑成书，直接定名为《同治中兴经外奏议约编》。二十三，在整个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同治中兴》之说得到了朝野大多数人的认同。同光中兴的发生逻辑，扼要来说，包括三点：一、战事上依赖重用汉族士绅，向地方督府放权，主要是在人力物力的汲取方面。 赋予地方更大、更灵活的权力，支持湘军与淮军，击溃了太平天国与捻军。正如印章《印銮章清建里所总结的那般，慈禧听政之初，军事方极。两宫仍施用肃顺等专任汉人策，内则以文祥、倭仁、沈桂芬等为相，外则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为将。自军政立志。 处置赏罚，无不咨询，故足能削平大乱，开一代中兴之局。也就是与秦制王朝的统治基础官僚集团达成和解，结为利益共同体，或为向官僚集团让权让利，以应付内乱。24. 二十四，二内政上依赖开征厘金与整顿关税，让财政系统摆脱瘫痪，重新运转。 支持了洋务民用企业、军工企业和新式海军的创建。以关税为例，在学习欧美引入近代海关制度，并聘用洋人进行管理之前，清廷的关税是承包给地方的，地方只管缴足中央的定额，定额之外横征暴敛的数额从来无人知晓。时人估计，中央拿到的定额。 不到地方实际横征暴敛总额的十分之一。在洋人的帮助下成立近代海关之后，降低了税率，砍掉了大量不合理税目，关税收入却跃居中央财政收入的第二位。道光时代，户部的常年财政收入只有四千0百万两左右，光绪年间几乎增加了一倍。 一千八百九十三年的财政收入是八千九百六十八万两，其中离京关税两项合计达三千三百九十二万两。而在一千八百四十九年，关税收入只有区区四百七十二万两，当时尚未征收离金。二十五，通过开设新税种并引入新的征税技术，提升了秦制国家的汲取能力。 当可瓜分的蛋糕持续做大时，统治集团的内部矛盾自然也就被弱化和掩盖了。三外交上，尝试着暂时抛弃华夷秩序，融入新的国际环境。期间虽有中法战争的波折，但自1861年起至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清廷总体上仍可谓获得了长达三十余年的和平发展时段。 也就是在力不能敌的前提下，外交上以接纳条约为代价，将外部力量对秦制王朝的冲击降至最低限度。以上三点既是同光中兴的由来，也是它的核心含金量所在。二十六，遗憾的是，这条中兴之路终究只是秦制王朝模式下关于控制与汲取之术的小修小补，或为适当松动。 当历史的车轮进入二十世纪，慈禧的非理性引来巨量的外部冲击，中兴的进程也随即戛然而止。一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上海人民出版社，二零一五年版，第八十三页。二筹办一务始末，咸丰朝第三册，中华书局一九七九年版，第九百八十五杠九百八十六页。 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二次鸦片战争第五册，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七八年版，第八十五杠八十六页。四《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二次鸦片战争第五册，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七八年版，第二百六十九页。五高中华《肃顺与曾国藩集团关系述论》，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 二零一二年第三期，黎泽己、郭松涛和肃顺的关系对清史稿的一点质疑。学术月刊一九八八年第九期。六王家范肃顺之死，晚清史随札，见《中华文史论丛》第六十二集上海古籍出版社两千年版。七薛福成《永安文续编》下卷，见王继平《晚清湖南史》。 湖南人民出版社，二零零四年版，第一百五十一页。八、薛福成《庸安笔记》卷一。见邓云乡《宣南秉烛谈》，河北教育出版社，二零零四年版，第五十九页。九、《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二次鸦片战争第二册，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七八年版，第一百六十页。十、沈兆林。 欲请回栾书》，见《近代中国对西方及列强认识资料汇编》第一集，一九七二年版，第七百四十三页。十一，《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二次鸦片战争第五册，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七八年版，第二百七十二页。十二，《王维简》，《普丹大沽口船舶事件和西方国际法传入中国》。 学术研究，一九八五年第五期，十三，蒋廷福编著《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集要》，湖南教育出版社，二零零八年版，第三百七十三页。十四，小恒乡试主人，《清朝野史大观》卷四，科场舞弊，河北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七年版。十五，黄逊，花随人圣安之意。 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第十三页。十六七七章，论英中联合海军舰队事件，《社会科学集刊》，一九九一年第三期。十七，张雪荣，《阿斯本舰队迷费考辩，历史教学问题》，一九九一年第三期。十八，《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洋务运动时期教育。 上海教育出版社，一九九二年版，第四十三杠四十五页。十九，《同治实录》卷一三二，见徐泰来《洋务运动新论》，湖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六年版，第三百五十九页。二十，《白寿仪主编〈中国通史〉第十一卷近代前编下》，引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朱玉原件。 上海人民出版社，二零一三年版，第一千零二十六页。括号内文字是对慈禧错别字的更正。二十一，朱东安，《曾国藩集团与晚清政局》，团结出版社，二零一三年版，第四十一页。二十二，李鸿章致张佩伦，光绪十年三月十五日，见李鸿章、张佩伦往来信札。 上海人民出版社，二零一八年版，第三百七十一页。二十三，任念文《论同治中兴》，见《晚清政治散论》，山西人民出版社，二零零八年版，第七十八杠七十九页。二十四，印栾章《清建纲目》，岳麓书社，一九八七年版。二十五，周玉民。 十九世纪六十至九十年代清朝财政结构的变动，《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两千年第四期。二十六，迟云飞，晚清同治中兴的在认识，《历史教学》上半月刊二零一五年第七期。第十六章，清王朝灭亡的原因，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喊出同治中兴。 到清王朝土崩瓦解，成为历史尘埃，中间只有短短的四十年。秦制王朝的灭亡是有规律可循的：他们或亡于外敌的入侵，或亡于内部利益集团，也就是统治基础的分裂；或亡于底层民众脱离原子化状态，变成有组织的力量，如规模较大的流民集团，且多数时候是二者、三者兼备。 中国历史上的最后一个秦制政权清王朝灭亡的原因也是如此：一太后吸寿，大损中央权威。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中法战争不够体面的落幕，给一众期望实现更高程度中兴的清朝官员与士绅留下了巨大的遗憾。 尤其是战争末期，还出现了镇南关大捷之类的军事胜利。尽管这种胜利有其特殊性，难以复制，进一步加重了他们的失落感。遗憾与失落催生出了批评。淮军出身的两广总督张树声深度参与了中法战争，对朝廷战和不定给战局造成的影响有极深切的体会。光绪十年年中，他鼓足勇气。 于临终之际，写了这样一道遗折：“微臣病势垂危，谨服枕口授遗折，忘却叩头，恭谢天恩。夫昔人立国，自有本末，虽教育文化远逊中华，然训至富强，居有体用，育才于学堂，论政于意愿，军民一体，上下一心，务实而戒虚，谋定而后动，此其体也。轮船。” 火炮、洋枪、洋炮、水雷、铁路、电线，此其用也。中国以其体而重求其用，无论解决不屈，常不相及，就令铁剑成形，铁路四达，果是事于圣人万物为师，采西人之体以行其用。中外臣工同心图治，勿以犹疑而误事，勿以浮议而挥功，尽穷变通久之疑。 以尊国家灵长之业，则微臣虽死之日，犹生之年矣。一，张树生口中的论证与意愿，居民一体，上下一心，指向的是慈禧在中法战争期间的瞎指挥。慈禧那些基于自身利益做出的理性决策，往往与地方督府的利益背道而驰。张树生将论证与意愿作为西人立国之本提出来。 希望朝廷效仿，实际上是想要以论证于意愿来取代慈禧的一二人裁决于深宫。这众人并非选举出的一员，而是指军机大臣、地方督府之流。但当时的清廷中央权威正盛，若非临终遗舌，张树声或许也不敢如此建议；即便建议，言辞也不敢过于露骨。 再往后，戊戌变法浪潮中的官民尚书依然如此。历史学者毛海建有这样一段总结：在我所见的二百七十五件上书中，论及议会者不过以上数件。由此似乎可以得出这样的印象：尽管从其他材料来看，当时人对议会的议论颇多，而在正式上书中，言及议会者很少。 在有限的议论中，并没有涉及西方代议制之根本及议会的权利及议员的产生方法，更未谈及议会之理念及主权在民。他们的心目中，西方议会的主要作用是上下互通，与中国古代的君主寻谋是相接近的。二，寻谋就是咨询、商议、征求意见，也就是说。 尽管这一时期已有部分知识分子，如梁启超、严复、谭嗣同、唐才常等，在鼓吹扩张民权、限制军权，但因朝廷的权威尚在，正式的上书中是没有这样的内容的。康有为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他提供给光绪皇帝的改革建议，如制度局、茂勤殿等，均属于寻谋模式。 也就是创建一个由有识之士组成的咨询决策机构。他还在《国文报》上刊文《达人论议愿书》，名言：“中国唯以君权治天下而已。三”三大略同期，汪康年在上海办《实务报》，友人高凤谦也多次致信劝他不要再报上大谈扩张民权，理由之一正是中国民智未开。 既不足与臣高深之意，君权太重，更不能容无忌讳之言，无异于事，徒为报馆之累。四，所谓君权太重，即是指朝廷的权威尚在，但朝廷的权威在光绪二十六年 （1900 年）终于因慈禧的息售而受到了极大的损害，甚至一度一落千丈，跌到了谷底。对于这种变化， 孙中山深有感触，他曾比较过一八九五年十月广州起义与一九零零年十月惠州起义时的民心之别。孙说：一千八百九十五年广州起义失败时，举国舆论莫不目与，被为乱臣贼子，大逆不道，咒诅谩骂,骂之声不绝于耳；一九零零年惠州起义失败后，则先闻一般人之恶声相加。 而有时之事，且多为无人扼腕叹息，恨其事之不成矣。前后相较，差若天渊。五，类似的感受也见于蒋梦麟的回忆。光绪二十一年 （1895 年），清朝海军在甲午战争中惨败，蒋梦麟见到的年画却是清军将日军打得落花流水。其中有一张画的是渤海上的海战场面。 日本舰队中的一艘军舰已被几罐装满火药的大瓦罐击中起火，另一幅画则画着一群戴了铐链的日本俘虏，有的被关在笼子里。中国打了大胜仗了。后来我年纪大一点以后，我才知道我国实际上是被日本打败了。光绪二十六年，一九零零年。 蒋梦麟很快就知道了，慈禧太后已经命令各省总督把所有的外国人一齐杀光。六，换言之，与静悄悄的甲午惨败相比，慈禧吸寿带给清帝国的冲击可以说是核弹级别的。慈禧吸寿造成的直接后果有三：冒号一是庙堂内部，中央再也不能对各部门及地方如臂使指。 庚子年，南方都府拒绝北上，秦王且策划东南互保，即是例证。二是江湖之远，士绅彻底对清廷失望。容弘、严复、唐才常、张太炎、文廷式等名流在上海张园成立中国议会。张太炎、钱玄同在日本绝不肯被称作清国人。七，军事例证。 三是辛亥革命由此爆发。二新政改革直指地方督府，庚子之变极大的改变了清廷内部的权力结构，朝廷对财权、人事权、司法权、外交权、行政权乃至兵权的控制进一步衰弱，相应的，地方督府的权力则有了很大的扩张。这种变化体现在之后的清末新政中。 便是，一朝廷希望借日式立宪方式重新收回权力，重申军权的至高无上；二地方督府对朝廷在光绪二十六年的不理性决策深感忧惧，故试图推动英式立宪，一面将自己手中的财权、人事权、行政权、司法权乃至军权合法化，另一面改革朝廷的决策机制。 两广总督陶模在乱局初定之际上书朝廷，要求设立议院，就是出于这样的目的。陶模在奏折里说：“议院议政，而行政之权仍在政府，交相为用，两不相侵。”八很明显，他设想的意愿已非戊戌变法呼吁的寻谋机构，而是中央决策机构。 陶模的主张背后潜藏的是对慈禧决策能力的极度不信任。这种冲突在光绪三十二年（一九零六年）达到了一个小高峰。前一年，慈禧派载泽、端方、戴洪慈等五人出洋考察各国政治。光绪三十二年，载泽考察归来，向慈禧进了一道密折，核心思想是宪法之行利于国利于民。 而最不利于官。九劝慈禧采取日式立宪，可以帮助君主国从督府、士绅、官手里把权力夺回来。七月初四、八月二十三日，载泽进城密折。七月十三、九月一日，慈禧即宣布预备立宪。七月十四、九月二日，又宣布要改革官制。你用立宪的名义。 从地方督府手里合法夺权，对这一用心，载泽等人在奏请改革官制的折子里说得非常明白。寻此不变，则唐之藩镇、日本之藩阀将复见于今日。十，如果不把地方督府手中的权力夺回来，我大清恐怕会重蹈唐朝藩镇之乱的覆辙。这就是丙午官制改革。 丙午官制改革的内容分中央和地方两部分，按御前会议商讨的结果，中央略与日本县制相等，就是继续保持君主高度集权的模式不变；地方则要废县制之都府，各省新设之都府，其权限仅与日本府县之事相当，财政、军事权息收回于中央政府。具体做法是以立县为名。 在各省新设地方审判庭、地方议事会、地方董事会，分割督府的行政权和司法权。立宪在当时是一种政治正确，督府不能有异议。于是人民程度不足就成了督府反对立即搞地方审判庭、议事会、董事会的主要理由。也有一些督府回奏得很直白，比如河南巡抚张仁俊说。 州县不司裁判，则与民日疏；姜吏不管刑名，则政权不一。十一，他明确反对中央将司法权从地方督府手里夺走。反对的声浪当中，以张之洞最为有力。张两次致电朝廷，逐一批评官制改革草案的内容，尤其对在各省设置地方审判庭。 欲让行政与司法分立的做法耿耿于怀，说出了如今正值天灾叠成、民穷财匮、乱匪四起、士气浮消，朝廷如此变革官职，很可能造成梅睫之祸的狠话。十二，张之洞还给浙江巡抚张小藩致电，批评官制改革完全是胡来，若果行之，天下立时大乱，鄙人断断不敢附和。 倡议者必欲自造乱亡，不解是何居心。十三，袁世凯是地方督府中唯一亲身入局，以编制大臣的身份参与制定新官制的。他本来的计划是与庆亲王奕匡联手，在中央成立责任内阁，以扩张相权，削弱军权，进而举奕匡为总理，自己为副总理。 这是一种同样致力于中央集权，却有别于恢复君主专制的改革方向。原得到一匡、端方等人的支持，对这一改革方向抱有极大的期望，在编制局中一再以死力争，几乎闹到全案皆其一人起草的地步。但方案递上去之后，却遭慈禧否决。 随后，朝堂上开始出现攻击袁世凯揽权、一匡误国的风潮。慈禧采纳的新官制方案，则直奔重塑军权而去。袁世凯不但没有建成责任内阁，他的北洋六镇也被慈禧以改制之名划入陆军部名下。十四，同期为阻断地方督府要求改革中央官制、设立责任内阁的呼声。 清廷中枢还达成过一项五不议的共识，具体内容是：军机处事不议，八旗事不议，内务府事不议，翰林院事不议，大太监事不易，十五及一切可能削弱军权及皇室利益的话题，均被剥离出了讨论范围。丙午官制改革已不了了之收场。在中央，各部的名称虽然有所改动，有了外务部。 度支部、法部、陆军部等新名称，但其运作模式与传统的六部并没有多少区别，以至于日本东京《朝日新闻》刊文讽刺说：“此等内阁组织，真各国所无有。”在地方，督府的抵制破坏了慈禧的集权梦，尽管后来又采取了将张之洞、袁世凯调入朝中担任军机大臣的办法，来削弱地方督府的势力。 但同样效果有限。此外，丙午官制改革还造成了两种后果：一、皇权与地方督府的矛盾进一步激化；二、新官治理的军机处和中央各部的十三名长官，满人七名，蒙古人与汉军旗各一名，汉人只有四名，悍然打破了行之已久的满汉并列堂官的传统。 这种做法让许多汉人督府寒心，也开了之后的满汉官员内斗之先河。十六三资义局造就士绅组织化，在丙午官制改革的前一年，也就是光绪三十一年（一九零五年），慈禧主导废除了科举制，以科举为核心的传统功名体系是清廷重要的统治基础。 没有这个东西，清廷很难将政治力量渗透到帝国的中下层。废除科举意味着需要重塑统治基础，也就是寻找一种新事物来替代传统公民体系。按照正常设计，新事物将是国会与地方议会，传统士绅将由举人共生转型为各级议会的议员，继续与体制保持一体。 继续维持自己固有的地位与利益，但清廷与地方督府围绕着权力分配问题展开的斗争旷日持久，士绅的身份转型也长期搁置，无法兑现。非但身份转型搁浅，这一时期清廷还与士绅群体频繁发生利益冲突，比如慈禧于一九零七年十二月下达一旨。 用十分严厉的口吻谴责各省身商事术干预政务。谕旨说，近年来各省身商事术遇有内外政事，动辄拿立宪说事，相律干预，一唱百合，肆意黄谷以此干预朝廷决策，着实可恶。谕旨还说，所谓君主立宪，固非人人皆得言事，亦非事事皆可参与。 绝不是说士绅们对什么事都可以直接批评或干预，而是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其开设意院，专为采取舆论。士绅的声音只能是一种舆论，供朝廷采纳或不采纳。十七，这份懿旨的颁布与江浙士绅发起收回苏杭甬铁路修筑权运动有直接关系。 运动的起因是朝廷在铁路修筑权问题上出尔反尔，江浙两省的士绅成立的商办铁路公司本已获准修筑苏杭甬铁路，且部分路段已经开工。可是英方以一千八百九十八年与清廷订立过借款代筑苏杭甬铁路的草约为由，要求清廷禁止江浙士绅自办。一九零七年十月，清廷颁布谕旨。 将筑路权转移给英国，本国士绅只许搭鼓十八，18. 清廷此举严重损害了两省士绅的利益。保路运动中，士绅们强烈意识到立宪改革与自身权益之间存在密切关系。他们在《时报》上刊文说：“收回苏杭甬铁路修筑权，非仅铁路问题，乃民权问题。” 公开倡议和二十二省开国会，以征还我民权。申报也刊登了不少江浙士绅的文章，有文章一语道破玄机，称今日应急设议院，然后可保路况。申报的社论说得更为明白：只有国会成立，监督政府，才能阻止朝廷向英国借款，才不会发生士绅利益被朝廷夺取的事情。 要想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非国会不得其当。十九，将这是深的活动力量与利益诉求刺激了慈禧，在该年十一月颁布一纸禁止各省深商事庶干预政务，也刺激了清廷在光绪三十四年（一九零八年）初出台《大清报律》，宣布对所有报纸的内容实行报刊发行前的审查。 大略同期出现的由士绅组织发起的联名请开国会运动，刺激清廷出台了《结社集会律》。但最让地方督府与士绅群寒心的，仍要数光绪三十四年七月颁布的《钦定宪法大纲》，旨在重塑皇权的无远弗届和至高无上。条款中遍布各种“意愿不得干预，皆非意愿所得干预，不复意愿意决，意愿不得之意。 一九零九年，士绅群体千呼万唤的资议局终于得到允许，在各省以选举的方式成立中央的相应机构，名为资政院。张鹏远统计了十五省资议局议员的出身，发现他们与科举时代的传统士绅高度重合。他们中的八十九点一三具有传统功名，相对的，只有十点八七不具功名背景。 二十一省的六十三位正副议长中，无传统功名者只有五人。二十，也就是说，新议员的主体正是那些可判身份转型已久的传统士绅。然而，咨议局的成立并没有让士绅成为清廷的拥护者，因为在清廷颁发的各省咨议局章程里。 有一项规定是，咨议局仅为一省言论之会规，其所谓民权者，不过言之权而非行之权也。二十一，意思是咨议局只是一个舆论汇总之地，议员拥有的民权只是朝廷所允许的发牢骚之权。至于该出台什么政策，该发布什么文件，该收什么税，该征什么捐，仍由朝廷和地方衙门说了算。 资政院和资议局均不得干涉，在资议局里做牢骚客，显然不符合士绅群体对新身份的期望。他们在一九零七至一九零八年间频繁发起请开国会的签名请愿运动，绝不是为了得到这样一个结果，而且为了分权制衡，朝廷本该赋予地方资议局监督本省督府的权利。 如此，则可以在中央、地方督府与资议局之间形成较为稳固的三角制衡关系。但朝廷担忧赋予资议局监督权之后，资政院也会获得监督朝政的权利，于是反其道而行之，在谕旨中严令资议局议员必须守规矩，必须接受本省督府的监督，不可有任何逾越一省言论之会归这一权限的行为。 慈禧去世后，以摄政王载沣为首的皇权集团似乎从未意识到，如此设计咨议局是一件非常愚蠢的事情。咨议局的成立既没有能够安抚士绅群体，也没有能够制约地方督府，反而将以前兴散在各地的举子生源聚集到了一起，为他们提供了合法的组织机构与合法的活动场所。 资义局横向可以与他省资义局互通生气，他们成立了一个叫做各省资义局联合会的组织；纵向上可联络资政院，下可沟通各州县的士绅。也就是说，原本影响力局限于本省、本县、本乡的士绅，因为资义局的出现，被统合成了一个有组织、有力量的全国性政治实体。至此，清朝的灭亡。 已经只是时间问题。支撑清王朝的三大统治基础——官僚、士绅与军队，前两者与清廷离心离德，末者则实力有限，不堪大用。当宣统三年（一九一一年）武昌起义的枪声响起，湖北资议局议长汤化龙立即选择了与革命党人合作。他利用各省资议局联合会这一政治资源。 通电告知各省咨议局已联络，内部定军事政治各条文，自是交战团之事成以。二十二，汤成了稳固湖北革命局势的大功臣，其他各省也大体如此。比如广西的咨议局议员与同盟会会员一道前往巡抚衙门劝说巡抚熊秉坤宣布独立，使广西不费一兵一卒倒向了共和。 广东咨议局副议长邱逢甲率众游说总督张鸣岐不要与革命党人交战，张选择离开广州，让革命党人和平接手。福建虽有其人将领朴寿率军抵抗，出现了流血冲突，但咨议局副议长刘崇佑召集议员开会，做出了与革命党人合作组织新政府、宣布独立的决议后。 也成功劝说闽浙总督松寿接受了这一事实。浙江咨议局的议员则是在议长陈福臣的带领下分头进行游说工作，使得浙江大体上和平宣布独立。二十三，也许慈禧早已预料到了这样的结局。担任晚清宫廷史官十余年之久的孕育鼎在日记中披露说。 光绪三十四年十月廿二，一九零八年十一月十五日，慈禧于病危弥留之际，忽叹曰：“不当云笔等立宪。”少请又曰：“勿矣，毕竟不当立宪。”二十四，慈禧这番临终反思，道破了中国最后一个秦制王朝灭亡的玄机。如本书开篇所言，秦制的两大基本特征是。 亦以官僚集团而非封建贵族作为政权的统治基础，追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和莫非王臣。官僚集团既是秦制政权的统治基础，又是秦制政权实时防范压制的对象。二施政的核心诉求是尽可能提升人力与物力的汲取强度与总量。 为此，必然致力于消灭一切有影响力的人与组织。消灭对象不但包括民间组织，也包括官僚集团的朋党化。简言之，就是追求一种散沙化与原子化的扁平社会结构。为此，不惜牺牲社会活力。慈禧试图在清末新政中将已然有所松动的秦制重新做一番强化。 故一手抓立宪以强化皇权的至高无上，一手抓官制改革以削弱都府的军权、财权、人事权。然而，现实却是庚子年的息售已让他的威望一落千丈，朝野对一二人决策于深宫之中的体制更是深恶痛绝。无论是督府还是士绅，均期望改走限制皇权的英式立宪之路。 而非重塑皇权的日式立宪，以及众人皆以老太后及依附在他身上的决策体制为改革对象，老太后却拒绝转型，反要以众人为改革对象，这冲突可谓无可调和。无法调和的结果，便是离心离德的地方督府无意再维系清廷。 已经组织化的资意局士绅们，则在辛亥年群起响应革命党人的启示，清廷亦随之土崩瓦解。一、张树声，遗蛇光绪十年九月初，见《张敬达公奏议》第八卷第三十二杠三十三页。二、毛海建，《戊戌变法史事考》初级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二零一二年版。 第二百九十一杠二百九十二页。三《孔祥集关于康有为的一篇重要译文》，见《孔祥集，戊戌维新运动新探》，湖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八年版，第五十七页。四《汪康年诗友书札二》，上海书店出版社二零一七年版，第一千四百七十五页。五孙中山《有志竟成》。 《建孙中山全集》第六卷，中华书局一九八五年版，第二百三十五页。六，蒋梦麟，《西朝，辽宁教育出版社一九九七年版，第二十九、三十九页。七，钱玄同，《三十年来我对于满清的态度的变迁》，见《雨思一九二五年第八期。冯自由，《革命历史上》。 新兴出版社两千年版第五十四页。八陶模变通政治遗物本原则，见《陶琴肃公奏议》卷十一第二十八页。九载泽奏请宣布立宪密折，《中国近代史参考资料》一九八四年第七期。十李建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上海人民出版社二零一五年版第二百零二页。 十一，侯一杰整理清末督府答复离定地方官制电稿，建庄建平主编《近代史资料文库》第一卷，上海书店出版社，二零零九年版，第三百九十九页。十二，关小红《从幕府到直官：清季外官制的转型与困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二零一四年版，第一百六十九页。 十三胡军传，张文襄公年谱卷六，第二百五十八页。十四梁义群，公玉镇，袁世凯与丙午改制，中州学刊，一九九二年第三期。十五萧一山，清代通史四，台北商务印书馆，一九六二年版，第两千四百页。十六李建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 上海人民出版社，二零一五年版，第二百零四杠二百零九页。十七，《大清新法令》，一九零一至一九一一，第一卷，商务印书馆，二零一零年版，第四十八杠四十九页。十八，《赵小红：从反帝到反清，由这路运动看辛亥革命之社会基础》，浙江社会科学，二零一一年第十一期。 十九申报，一九零七年十一月十九、二十八、二十八日，见《百年政治风云》，中国经济出版社两千年版，第四十九页。二十，张鹏元，《中国民主政治的困境：一九零九至一九四九》，晚清以来历届议会选举数论，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二零零八年版，第六十四页。 二十一，21, 县政编查馆会奏各省咨议局章程及案语，并选举章程哲一九零八年七月二十二日，见《政治官报》，光绪三十四年，一九零八年六月二十六日。二十二，张鹏元，立宪派与辛亥革命，上海三联书店，二零一三年版，第一百一十七页。二十三，各省咨议局在辛亥年的详细活动。 可参见张鹏元立宪派与辛亥革命》一书的第六章至第十章。二十四韵玉鼎，《韵玉鼎成斋日记》第二册，浙江古籍出版社，二零零四年版，第五百六十一页。